第二百八十一章，东龙祖先神龙王。什么？这次轮到叶音竹吃惊了。他自然能够猜到，整个法兰城下都有着一个极其复杂而神奇的魔法阵，但这个魔法阵竟然神奇到了这种程度，却还是他始料未及的。奥布莱恩道：“在这里，我们加固封印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这七颗宝石将法力注入其中，巩固封印的坚定。” 只是我们七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大多数时候，法兰城内的魔法师们，我们也会调遣七系实力等同的魔法师前来相助。通过我们的控制，使输入到这七颗宝石中的法力处于均衡状态，渐渐被封印吸收。夜音主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奥布莱恩继续道：“想要不影响到这里微妙的平衡，发动维持封印的魔法注入，至少要四名塔主同时启动四系魔法才行。由于我们是将魔力注入其中的，被封印直接吸收，并不会影响到这个空间的元素平衡，所以问题不大。当然，如果是七塔塔主带领着七系魔法师同时进行，效果自然会变得更好。” 能够来到这里的魔法师，无不经过我们的精挑细选，只有最出色的魔法师，并且得到我们足够的信任，才有来到这里的资格。因为在这里，就算是我们也无法完全控制危险的出现。一边说着，奥布莱恩飘身而起，身体落在那块金色的宝石上，盘膝而坐。阴竹，到属于你的位置去吧。 一丝精神波动从奥布莱恩身上释放而出，牵引着夜音竹的身体，显然是怕他找不到那按摩系宝石准确的位置。同样腾身而起，没敢使用任何与魔法有关的能力，完全凭借这肉体的能力，夜音竹腾身上了这距离地面五十米左右的宝石上。一个人坐下所占的面积远不到一平方米，虽然从下方看上去这宝石不大，但真正坐在上面。 却绝不会感觉到狭小。当夜，音竹端坐其上的刹那，顿时一种奇异的感觉从身下传来。庞大的按摩系法力波动不断在他身下律动着，但和在法兰城中感受到暗塔的支持不同，此时感受到的按摩系法力波动却充满了吞噬的气息，竟是要吸取他的法力，而不是赋予。音竹，可惜你看不见，否则。 你一定会为我们脚下的奇景而惊叹。我可以告诉你，在我们脚下，也就是你刚才站着的地方，就是你们东龙祖先神龙留下的封印。当初，最后活着的神龙，在神龙王的带领下，将一些神龙的尸体连同自己的身体在这里组成了封印，以神龙王强大的法力为连接，才将深渊位面彻底阻隔在外。 东方的神龙真的很美，与原本西龙大陆那些大蜥蜴相比，强的太多了。它们有着金色的鳞片、瑰丽的身姿以及强大的实力。哪怕是任何一条神龙活着，实力都应该远远超过现在龙族的神圣巨龙吧？奥布莱恩当然不知道，他所说的这些夜音竹都是看在眼中的，而且看得非常清楚。师兄，那神龙王呢？ 他的身体又在什么地方？夜音竹的精神力去悄悄探寻过每一条神龙的气息，虽然每一条神龙都是神秘而强大的，尽管这里只剩下他们的尸体和些微能量波动，可是夜音竹却可以肯定，在这些神龙之中，却并没有神龙王的存在。奥布莱恩缓缓抬起头，目光朝着上方投去，叹息一声。 道，伟大的神龙王就在我们的头顶。夜音竹的精神力瞬间转移。当他看到洞顶的时候，整个人瞬间进入了石化状态。那是一具怎样庞大的身体呀、啊？在上万平米的洞穴中，洞顶的面积自然也是近乎相同的。 就在那巨大的穹顶之上，一个庞大的金色身躯映入其中。尽管它的身体是蜿蜒着的，但还是能够清晰地判断出，这巨大的身体身长至少超过了千米，几乎占据了整个洞顶。和脚下那些盘旋在一起的神龙相比，它的体积要大得太多太多了。 那庞大的金色身躯看上去栩栩如生，样子和其他神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却并不是普通神龙那样的四爪，而是五爪。每一条金色纹路，每一块金色鳞片都是那么的清晰完整，仿佛它根本就没有死去，而是完美的活着。 尤其是他睁大的龙目，龙目之中，两颗如同红宝石一般璀璨的龙眸朝下方俯视着，仿佛是俯视着芸芸众生一般。当夜音竹的精神力感受着他的气息时，夜音竹清晰的发现，那对龙眸似乎正是注视着自己。一种欣慰、慈祥、温和的情绪顷刻间扑面而来，将他的身体笼罩其中。是他，这才是真正的神龙王。 俯视众生的神龙王啊，也正是自己的祖先东龙的祖先，是他们在万年之前抵抗母妖的侵袭，是他们封印了两个世界的通道，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子民和族人的安全，他们才是东龙的象征，真正的东方神龙。这一刻，夜音竹热泪盈眶，他并没有悲伤，也没有感动，而是骄傲。 他以身为东龙后裔而骄傲，身为东方神龙的传人而骄傲。奥布莱恩自然也发现了夜音竹身上的一些变化，尽管夜音竹依旧在哪里坐着，但整个人却像是失神了一般，处于一种微妙的状态之中。而当他抬头看着那穹顶上的神龙王遗体时，虽然这已经是奥布莱恩不知道多少次瞻仰了，可他却发现今天似乎变得不一样了。 神龙王的身体上似乎散发着一层金蒙蒙的光泽，那双红色的龙眸也变得更加明亮。惊讶之中，奥布拉恩首先想到的就是夜音竹感受到了遗迹中一些神秘的东西。对于这个发现，他不禁大为惊喜，不再说话，而是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观察夜音竹和洞顶神龙王之中。 如果是以前，准确的说，是奥布莱恩成为夜音竹和苏拉孩子的教父之前，他绝不会这么放心的让夜音竹去感受着遗迹中的秘密。但现在他却丝毫不怕。从夜音竹以往所做的种种，奥布莱恩早就摸清了他的性格。尽管夜音竹并不是那种绝对善良的人，但是他对朋友，或者说是对善意相待的人，都是绝对善意的。 所以，奥布莱恩丝毫不担心叶音竹如果从遗迹中得到什么会对法兰不利。要知道，秦城也在这片大陆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封印出现了变化，叶音竹和他的家人也同样会遭殃。哪怕双方依旧处于敌对的立场，可对于深渊位面，却只可能是同仇敌忾。所以，奥布莱恩不担心。 他相信夜音竹绝不会有任何错误的选择。夜音竹此时自然不会去猜想奥布莱恩的心理变化。此时此刻，在他内心之中，只有强烈的震撼。神龙王的气息包罗万象，仿佛将自己的一切都包容在其中似的，没有强横，只有柔和与亲切。那淡淡的气息正在令自己的情绪融入其中。 而与此同时，来自身下的那股吸扯之力也在悄无声息之中消失了。淡淡的光芒闪烁，夜音主眼中流露出一丝柔和的神光，双手平放在自己的膝盖之上。他没有任何抗拒，只是静静的感受着来自神龙王的气息，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放开。他的精神力告诉自己，神龙王的气息绝不会伤害他，同时，这是他的祖先啊。 你来了，苍老而神秘的声音仿佛从四面八方涌来，无法辨别它的方向。声音中的情绪以欣慰为主，还有着一些赞叹和感慨。是的，我来了。夜音主小心的让自己的精神气息释放出自己的心意，因为不知道这声音真正的来源，所以他的精神气息是朝着四面八方散去的。不需要去寻找，只要是你心中所想。 我就能感受得到，神秘声音的主人显然是感受到了夜音竹的意思，温和地向他说道：“您，您现在可以告诉我您的身份了吗？您就是我的祖先吗？”夜音竹有些紧张地问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此时因为紧张，在他身体表面已经除了一层薄汗。我对你说过，正如你所想，神龙王的声音淡然而优雅。神龙王陛下。 您好，叶音竹确认了对方的身份后，心情反而平静下来，那种欣喜的感觉令他整个人都有种欣欣向荣的感觉。你也好，年轻人，神龙王的声音中有些玩味。如果他是出现在叶音竹面前的，叶音竹相信，这位神龙王一定是在微笑。叶音竹道：“坦白说，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才好。您是我的祖先。” 按理我应该膜拜才对，世俗的礼仪真的那么重要吗？其实我更愿意让你把我当成一个朋友。或许你不知道，我很寂寞，一个孤寂了很久的人，或者是龙，往往会做出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事。譬如那个奥布莱恩，以他沉稳缜密的性格，原本不应该如此容易相信你的。 可是，就是因为你让他成了你孩子的教父，他就抛却了对你的一切怀疑，甚至比对其他塔主还要信任你。这就是人性，也是任何生物的特性。朋友，叶音竹心中暗暗苦笑。要是让东龙八宗的长辈们知道自己和神龙王做朋友，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恐怕爷爷第一个就不会放过自己吧。神龙王笑了，这一次。 他的笑声很明显，你需要担心吗？不告诉他们不就行了？何况他们并没有责怪你的资格。我等待了这么多年，才等来了你，等来了能够和我交流的后代，这是他们没有做到的，又如何能责怪你呢？夜音竹道。那我该如何称呼您呢？神龙王想了想，道：“你就叫我神龙王吧，这样最直接。”好。 叶音竹答应一声，也借此机会问出了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神龙王，你究竟是已经死了，还是仍旧活着？按照记载，你不是已经和四十九条神龙化为封印，将我们这个世界和深渊位面隔开了吗？可是为什么你却依旧在这里呢？神龙王道，早就猜到你要问这个问题。 怎么说呢？和你那个灵魂消散的菲尔杰克逊老师有些相似。我的灵魂虽然不灭，但肉体却已经无法再回归了。它早已成为了封印的一部分，就连我的灵魂也只能永久停留在这里，无法离去。夜音主恍然道：“原来和我猜的一样。我曾经猜测过，连菲尔杰克逊老师尚未达到神级，都可以保持自己的灵魂不消散。您是真正的神。” 又怎么会那么容易死呢？对于神龙王知道他的事业阴烛，并不感到奇怪，这只需要用一个理由就能轻松的解决了。神龙王是神啊，他想要知道什么，凭借他那强大的精神力，直接对自己进行扫描就足够了。神龙王苦笑道：“不，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当初那一战实在太艰苦了，尽管我是神，可是我的敌人却是魔。” 在那一战，其实我输了。只不过这里并不是深渊位面，而是我们人类的世界。在环境的帮助下，我才能将他杀死，而自己保住灵魂。叶音竹黯然道：“如果您还活着，那该有多好！我们东龙也不会因为群龙无首而……”神龙王洒然道：“历史的变迁，并不能随人的意志而转移。” 东龙灭国，固然是西龙人背信弃义，但和我们自己也同样有着极大的关系。虽然在那一战中，东龙损失惨重，失去了全部神龙的支持，可是如果从那时开始努力发展，又怎么会有后来的毁灭？就是因为他们太过于自信，才导致了那样的后果。尽管我曾经是神，但这些也不是我所能控制和预料的。 更何况，一个国家的毁灭只是体制上的消失，而本源上，我们东龙人是不可能磨灭的。现在大陆上的国家，有哪个没有我们东龙后裔的存在呢？当初的东龙帝国被西龙帝国同化，可你知道当时东龙帝国和西龙帝国的人口比例是多少吗？叶音竹茫然道：“人口比例？”神龙王道。 比例是三比一，东龙人的数量依旧是西龙人的三倍，这和你了解的并不一样，只是因为东龙人因为失去了我们的支持而丧失了斗志，所以才会输给西龙帝国。但是西龙帝国想要将东龙同化，可数量却决定了那是不可能的。夜音竹心中思绪电转，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 你是不是想说，西龙帝国的首脑为什么那么笨？既然毁灭了对方的国家，又怎么能接受那么多国民呢？叶音竹赫然道：“确实，我是这样想的。”神龙王道：“你想的没错。如果那样的话，西龙人确实可以真正统治这片大陆。可是，在这片大陆上，并不只是有人类而已，还有兽人、精灵、矮人和那些所谓的龙族。” 如果人类的人口下降到一定程度，还如何与他们抗衡？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时的西龙帝国宁可融入东龙帝国的人类，也绝不会愿意再被兽人族所统治，这是原因之一。另外一点，你应该知道，西龙帝国成立之后，法兰也就随之成立了。西龙帝国当时真正的统治者就是法兰的魔法师。 而这些魔法师中最出色的七个人，也就是法兰第一代的塔主们，来到这封印之地后，他们也就不敢再对我的后代们动手了。尽管神龙王没有明说，但夜音竹也在瞬间明白过来：既然神龙王能够与现在与自己交流，那么为什么他就不能和当初的法兰第一代塔主交流呢？果然，神龙王道：“我的灵魂还存在那时。” 我告诉他们，这片封印并不稳定，如果没有持续的能量补充，用不了多久封印就会破坏。西龙人很聪明，东龙帝国已经毁灭，而我们神龙又成了封印的一部分。如果从深渊位面到达龙奇努斯大陆的通道再次开启，那么他们将没有任何抵挡的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法兰法典上才有着他们对于毁灭东龙帝国的忏悔。 说到这里，神龙王的声音中多少有着几分不屑。不论怎么说，他都是东龙人的祖先。叶音竹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神龙王，当初是您告诉法兰的人封印不稳定，那这封印真的是不稳定吗？神龙王笑了，他的笑声可以用畅快淋漓来形容。好，你不愧是我的后代，一下就想到了最关键的问题。不错。 是我告诉他们这封印不稳定。如果当时你是法兰的领袖，你会不会相信呢？叶音竹毫不犹豫的道：“当然会相信。您是东龙帝国最强大的神，是东龙人的祖先，又是与母妖一战中最关键的人物。没有您，大陆生灵早已经不会存在。如果当时是我，我也一定会相信您的话。” 而且，您在告诉他们这些的时候，也肯定有着让他们不得不相信的方法吧？叶音竹发现自己的心跳明显在加快，因为通过和神龙王的话，他发现了一个秘密，一个极其重大的秘密。而这个秘密似乎欺骗了整个人类上万年。神龙王道：“是的，正像你所说的那样，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我，也不敢不相信我。” 事实上，如果我想要那么做，也自然可以让这封印从稳定变成不稳定。就算打开这条通道又如何呢？如果当初西龙人真的将我的后裔斩尽杀绝，那么他们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神龙王的声音很淡漠，但在这一刻，他话语中的温和已经被威严所取代，那种操纵人生死的上位气息，以及绝对强大的自信。 都令人无法反驳他所说的一切，勉强平复着内心的激荡，叶音竹试探着道：“那这么说，这里的封印其实……神龙王道，天罡北斗大阵，以我神龙一族四十九位族人的身体为代价，以我神龙王为接引，以我守护七神龙为星辰，这样的封印可以说凝聚了我们东龙一族全部的力量。” 如果那深渊位面还能够突破的话，那么当初他们也就不会被我们击退了。别说是一万年，就算是万万年，这封印也是牢不可破的。前提是我不想让它被破坏。叶音竹倒吸一口凉气，法兰法典中出现的东西，都是您希望他们所出现的了。神龙王道，不错，正是如此。可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叶音竹没有回答。 但他心中却有种怪异的感觉，法兰被神龙王耍了，难怪他之前的笑声是那样的酣畅淋漓。别说是神龙王，就连现在叶音竹自己也很想大笑出声。自诩聪明的法兰竟然做了一件如此愚蠢的事，这简直是太难想象了。神龙王淡然道：“毁灭我东龙帝国，他们总要付出一些代价。更为重要的是。” 东龙的仇恨总有一天要报，我可以原谅西龙人侵占我东龙是他们的本事，也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不论怎么说，他们也是人类，但是我却不能原谅令我族人尽灭的深渊位面，不能原谅那些令我极度憎恶的母妖一族。东龙一族的鲜血不能白流，如果不是他们，东龙帝国又怎会毁灭？如果不是他们，东龙一族怎么会精英尽失？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解决这段仇恨，叶音竹疑惑的道。可是您不是说，就算万万年，母妖也没有攻入我们这个世界的可能吗？我们还如何报仇？神龙王皱眉道：“傻小子，你怎么突然变得笨了？他们不来，难道我们就不会去吗？”神龙王这句话令叶音竹顿时陷入极度的震撼之中。他们不来，难道我们就不会去吗？这句话。 可以说，在夜音竹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第一次，有一种全新的可能出现在他的思想之中。神龙王，您是说，我们反攻入深渊位面，将母妖彻底铲除，从根本上解决来自那个位面的威胁？神龙王的声音多了几分沧桑，几分伤感。眼前的遗迹。 眼前的封印看上去是那样的绚丽，但这是我的族人死后仍旧得不到安息为代价的。不论是为了给他们报仇，还是让他们的灵魂彻底安息，我都要努力去完成这个心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一直在为了这一天的来临而争取着。孩子，你愿意帮助我吗？ 反攻深渊位面，这是夜音主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事。但此时听着自己祖先神龙王的话，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肩头变得沉甸甸的。神龙王的话对他来说，并不是请求，而是责任，一种他必须要完成的责任。身为东龙后裔，龙的传人，如果连祖先的灵魂也不能安息的话，他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我愿意。 叶音竹的回答很简单，但却充满了执着的信念和一往无前的坚定。好，看来我的期待并没有白费。你是个好孩子，我等待了一万年，机会终于就要来临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等这么久远的时间吗？叶音竹心中微动，应该是因为实力吧，或者是因为我天人合一的能力。当初就是因为天人合一。 他才被菲尔·杰克逊的灵魂感觉到。神龙王道，是的，是因为你的实力。只有达到次神级，只有拥有了魂珠之后，你才有和我交流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你曾经来过法兰，我却无法与你沟通的原因。而你那天人合一的精神能力，使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现你。自从你拥有了这个能力，我的感知就一直跟随着你。 所以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我都看在眼中。你没有让我失望，你知道吗？当你冲击次神级魔武级币的时候，一万年来没有出现过的情绪盘旋在我灵魂之中。这种情绪应该叫紧张吧？当时我真的很怕你失败，毕竟雷元素的毁灭特性实在太强烈了。而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就算我想帮你，也根本无法做到。 幸好你成功了，否则我不知道自己的等待是否又是一万年。夜音竹道：“神龙王，既然封印稳固，那法兰七塔塔主说封印不稳，并且因为这样而挑起大陆战争，又是怎么回事呢？”神龙王淡然一笑，道：“我早就说过，你一直都在我的注视之中。” 而这个注视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的，并不是你参加的那次七国七龙排位战，而是在那之前，你进入天人合一能力之后，这么多年以来，我经常会让这些法兰人感觉到封印不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持续向封印注入能量，并且保持着紧张的心态。而当你进入天人合一境界，来到法兰参加七国七龙排位战的时候，我知道。 多年的等待，机会终于要来临了。对于米兰帝国和兰迪亚斯帝国两大集团的这场战争，你可以把我看成是幕后黑手，因为法兰的想法都是我暗中以封印主导着的。我以封印即将破损的假象，令他们将大陆的实力整合起来，为了反攻母妖世界做准备。至于封印何时破坏，那就要看。 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积攒到我期望中的实力了？幕后黑手叶音竹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大陆这场战争的幕后黑手竟然会是自己的祖先，是眼前这位神龙王。您这么做也是为了让秦城随之崛起吗？叶音竹忍不住问道。神龙王道：“你是我的后代，我没必要向你隐瞒什么。事实上，我并没有那个打算，也没想到你能做的那么出色。” 虽然这次战争可以说造就了秦城的崛起，但这和我没什么关系，是你和你那些伙伴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能说，你让我感到骄傲，一种发自内心的荣耀升入心中。祖先神龙王说他为自己感到荣耀，这已经够了。尽管在叶音竹看来，神龙王所做的一切有些偏激，但是他知道，如果换了是自己。 当初看着族人们一一身死，看着自己后代的国家被毁灭，所做的一切恐怕要比神龙王更加狠辣。对不起，您原本的计划被我破坏了。夜音竹道，神龙王微笑道：“不，结果比我想象中还要好。首先，你达到了次神级，这本来是我期望着未来一百年内你能够达到的程度。” 其次，你拥有了秦城这样强大的实力，也让最难以控制的兽人族成为了我们未来的助力。单是这两点，已经要比大陆统一的局面更令我满意。如果大陆统一了，各国也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休养生息要到什么时候，连我都无法预测。而现在，虽然各国都有一定的损失，但这些损失完全是在承受范围之内。 而你又能如此快速的崛起，我相信在不久之后，我的愿望终究能够实现了。夜音竹认真的道：“陛下，请您告诉我，需要我怎么做？”神龙王道：“你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首先治好你的眼睛和舌头，没有视觉和味觉，对你本身的力量是大幅度的削弱。其次，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在人间的代言人。” 叶音竹心中一惊：“您的意思是要让法兰人知道您灵魂存在的秘密吗？”神龙王道：“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又怎么会乖乖的听你的话，在未来配合我们攻入深渊位面呢？”叶音竹苦笑道：“神龙王，坦白说，你能不能告诉我，现在大陆各国的实力相加，和当初您统帅的东龙帝国相比如何？”神龙王道。 整个龙奇努斯大陆整体实力相加，基本上相当于当初我们东龙帝国五到七成的实力。法兰七塔塔主语，当初我的守护七神龙相比，还是要逊色几分。或许你已经猜到了，守护七神龙既然化身为北斗七星，那么他们守护着的我，对应的就是那第八颗星——北极星。夜音竹道，那天的异象也是您造成的了。 神龙王道，那是为了让你以后成为我的代言人而埋下的伏笔。北斗七星重现，神龙传人降临人间。你不但是我的后代，同时也是我的继承者，这本身就是事实。我的身体已经不存在了，灵魂也永远都不可能离开这里。我想要看到的就是你带领大军杀入深渊位面，将我们的仇人彻底毁灭。夜音竹沉思道。 可是现在我们的实力还不如当初的东龙帝国，又怎么能和深渊位面的母妖对抗呢？神龙王道，你以为当初母妖重创我族，他们就能好受了吗？虽然那母妖王也同样是灵魂不灭，但他手下的强者也被我们尽数屠戮。尽管过去了万年，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恢复的程度一定不会比我们好，甚至还要差得多。 至于具体的情况如何，就要探查之后才能得知了。而这探查的任务，将来就要落在你的身上。叶音竹道：“神龙王报仇之事，义不容辞，是我们东龙人应该做的。那些西龙人被卷入其中，也是他们应该偿还当年的债。但我认为，在这之前。” 我们必须要计算好双方之间的实力对比，要么不动，一动就要如同雷霆万钧一般将他们彻底毁灭。神龙王道，你的统帅才能我已经看得很清楚，在这方面我相信你会比我做得更好。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虽然现在大陆上整体的实力只有当初我们东龙帝国的五到七成，但只要战争发动，我有把握将这个实力对比提升三成。 甚至令整个龙奇努斯大陆上的实力达到当初与我们东龙帝国等同的程度，同时，这也将是我们东龙复兴的时刻。我是你们的祖先，一万年过去了，我终于可以告诉你们，身为神龙王，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第二百八十二章生命之水的秘密。夜音竹心中涌起几分感动，他能够听得出神龙王情绪波动的很厉害。 可是他却并不明白神龙王的话，让整个大陆的实力整体提升三成，就算他是神，这似乎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吧？我知道你在疑惑什么，现在你还不需要知道的太清楚，等你治好了眼睛和舌头，六感齐聚之后，我会把这些详细的告诉你。神龙王，我的视觉和味觉真的还能恢复吗？叶音竹问道。神龙王道。 当然可以，尽管你完成那咒语包含的诅咒极为霸道，但也并不是不能解除的。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任何绝对成立的魔法，当它成立的条件面临反方向远超过它的能量冲击时，绝对成立也会被破坏。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就像我现在虽然死了，但也不是没有复活的可能，只是那所需要的能量。 恐怕就不是大陆所能承受的，成功率更是低的可怕。你失去了味觉和视觉，是因为你诅咒了自己，相当于是生命力流逝。想要恢复，只需要找到一种可以瞬间将你生命力提升到恐怖程度的东西，就自然会冲破诅咒带来的负面影响。听神龙王这么一说，叶音竹脑海中顿时出现了一个词汇：生命之水。 您说的是生命之水吗？不错，我说的就是生命之水。生命之水中蕴含的庞大生命力，足够冲破你当初的诅咒，令你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夜音主苦笑道：“可是，据我所知，得到生命之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别说得到它，就算是找到它，也十分困难。” 我有一位精灵族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生命水泉所在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几乎随时都在移动，根本无法把握它的方位。神龙王淡然一笑，道：“那是因为他并不知道生命之水究竟是什么。你能告诉我生命之水是什么吗？它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叶音竹愣了一下，他何等聪明，从神龙王的话语中。 他立刻意识到了一些关键的东西，脱口而出道：“难道这生命泉水与我们东龙有关？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属于我们当初东龙大陆的？”神龙王道：“你前一句说的很对，这生命之水正是与我们东龙有关，但后面一句就不对了。” 并不能说它原本就是属于我们东龙大陆的，因为它是在万年前才出现，也就是我们东龙大陆与西龙大陆碰撞之后，将母妖赶回深渊位面以后才出现的。因为这生命之水并不是真正的水，而是我们神龙一族的血液。什么？ 尽管夜音竹已经猜到生命之水和东龙有关，但当神龙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还是极度震惊。生命之水竟然是神龙的血液，神龙王的情绪中充满了悲伤的气息。当初我们力败母妖，将他们赶回到深渊位面，但是神龙一族也损失殆尽。身为族长。 我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族人一个个死去，你能理解那是一种何等的痛苦吗？神龙的血液汇集成河，融合在一起，形成了那口泉。我们的生命力是何等庞大，为了保住神龙一族这一点血脉，我将它们凝聚在一起，凭借神龙血脉特有的能力，使之不再挥发，才形成了那口泉水。那正是我们东龙血脉最后的所在。 夜音竹沉默了，他能深切地感受到神龙王内心之中的悲怆。身为族长的他，却没有能力拯救自己的族人，整个种族被灭，那是何等的痛苦！在龙奇努斯大陆上，生命之水只出现过很少的几次，整个大陆之上，也只有我才能把握它真正所在的位置，因为它那不断转移的能力，就是我所赋予的。去吧，找到生命水泉。 用它的力量恢复你的视觉与味觉，该是神龙血脉重见天日的时候了。它也是我现在能够给你的最宝贵的东西。有了它，你不但可以恢复六感，自身的生命力也会大幅度的提高。同时，你也可以用它来帮助精灵族，让他们组成一支更强大的军团来辅助你。叶音竹的心在颤抖，他知道自己肩头的责任变得更加沉重了。 神龙王万年的等待和期盼，祖先的仇恨都落在了他一人身上。如果他不能替神龙王完成反攻深渊、为灭地愿望，不能替自己的祖先报仇，那么连他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寻找生命水泉，只能是你一个人去。从现在开始，我会固定让他停留在那一个位置等着你。或许在哪里你会遇到一点考验，但我相信。 你一定能够通过考验来得到他的认可。好了，你去吧。音竹，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代言人，也是我们东龙的代言人。一段清晰的景象出现在叶音竹脑海深处，那就是生命水泉所在的位置。是，尊敬的神龙王，我的祖先，我绝不会让您失望的。叶音竹从没有像这一刻那样认真。这句简单的回答。 也象征着他将这份责任完全抗在了自己身上。神龙王强大而温和的气息缓缓散去，周围的一切重新变得平静起来。但夜音竹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依旧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外界的一切。这就是神龙王赋予他的权利。精神回归内敛。 夜音竹的心神从与神龙王的交流中回归本体，他立刻就感受到十二道凝聚在自己身上的目光。不知道什么时候，法兰其他六位塔主已经到齐了，他们都在专注而紧张地看着夜音竹。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夜音竹是在和神龙王交流，可洞顶神龙王遗体上释放的金光却是他们从未见到过的。 隐约中，六位塔主的心情都变得有些紧张起来。他们不知道夜音竹究竟感受到了什么，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极度希望夜音竹能够得到神龙的指点，那样对维持封印绝对会有巨大的好处。随着夜音竹的精神内敛，洞顶神龙王的身体重新恢复了原本的颜色，那丝无形中的威压也悄然散去。各位师兄。 夜音竹沉默了半晌，将自己脑海中的思绪理顺，才开口说道。六位塔主的目光同时收缩，一向沉稳的光明塔主奥布莱恩几乎是迫不及待的问道：“音竹，你感觉到了什么？”夜音竹脸色凝重的道：“对不起，各位师兄，我恐怕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夜音竹内心深处也同时在暗暗的叹息：“对不起了。” 各位，我不得不欺骗你们，为了替祖先报仇，当初西龙帝国做的错事，也该是向我们东龙回报的时候了。六位塔主同时心中一紧，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绪了，同时变得沉默了，注视着夜音竹的目光也变得严肃起来，一个个面沉似水。尽管夜音竹还没有说，但他们心中不祥的预感已经告诉了他们很多东西。 正在夜音竹在琢磨着该怎么说的时候，奥布莱恩已经沉声道：“音竹，你说吧，封印还能坚持几年？我们究竟有没有可能让它恢复到以前那样的稳固？”夜音竹心中一动，沉声道：“正如师兄您所料，因为我所拥有东龙传承的血脉，就在刚才，我与我的祖先，伟大的神龙王进行了交流。神龙王告诉我，经过万年的释放。” 它残存的能量已经不多了，而这个封印所需要的庞大能量，并不是我们人力所能弥补的。我们大约还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甚至更少。什么？六位塔主同时失声惊呼。二十年这个时限是他们猜到的，但夜音竹那一句“封印非人力所能弥补”却彻底将他们的心打入了深渊。奥布莱恩呆呆的道：“不能弥补，竟然真的不能弥补。” 也就是说，二十年内，我们必然要承受来自深渊位面带来的灾难了。夜音主感受着六位塔主失望、落寞以及各种负面情绪的不断产生，他知道是时候了。但是，也有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在这样的坏消息之后，还能有什么好消息呢？奥布莱恩苦笑着说道。 他并没有对这个好消息抱以什么希望。对于法兰来说，没有比封印更加重要的事。既然封印无法稳固，其他任何消息就都变得没了意义。夜音竹道：“这个好消息就是，深渊位面的母妖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此言一出，顿时引起了六位塔主的关注。六人注视着夜音竹的目光再次凝固起来。奥布莱恩隐隐抓住了一些什么。音竹。 你是说，叶音竹摇了摇头，道：“这并不是我说的，而是神龙王大人所说。他告诉我，万年前那一战，我们东龙帝国尽管损失惨重，我的祖先神龙们更是付出了所有的代价，但对母妖一族的打击也是极为沉重的。万年来，我们东龙帝国被灭国，失去了恢复国力的希望，但母妖一族也不可能恢复万年前的辉煌了。” 也就是说，深渊位面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为了维护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有必要发动一场战争，这是关系到两个族群生死存亡的圣战。听了夜音竹这句话，奥布莱恩不断变换的情绪缓缓稳定下来，沉声问道：“音竹，这真的是神龙王大人的指示吗？” 万年以来，神龙王大人一直都没有信息传给我们。今天你却突然告诉我们这些，对不起，我真的很难相信，或者说我不愿意相信封印无法维持的事实吧。尽管他没有明说，但他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既然你成了神龙王的代言人，那你就必须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毕竟，不论怎么说，夜音竹是来自东龙，敌视法兰的东龙。 叶音竹从容的一笑道：“既然我已经成为了神龙王大人的代言人，自然应该向各位师兄表示一下。”缓缓抬起头，张开双手，面对着洞顶的神龙王遗体，叶音竹在自己心中发出了呼唤之声。 刹那间，金光顿时大盛，比先前夜音竹与神龙王交流时还要强盛十倍。那一瞬间所产生的庞大威压，令法兰六位塔主同时失去了行动的能力。要知道，这六位塔主都是次神级的实力，奥布莱恩更是已经达到了恐怖的次神级八阶。如此庞大的威压，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只是刹那的瞬间，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怀疑。 除了那神级的神龙王，还有谁能够产生带来如此强大的压力呢？实力往往比任何话语都要来的准确，效果也都要好得多。但是，一切还没有结束。半空中，那巨大的神龙王遗体仿佛突然活了一般，他那双红色的眼眸骤然释放出强烈的光芒，紧接着，一道灿金色的光影从天而降。 那光影的样子竟然和神龙王的遗体一模一样，只是缩小了上百倍。尽管它是光，但却栩栩如生，连每一块鳞片都能清晰的看到。光芒降临，所有的一切都在瞬间凝聚，庞大的能量波动飘然降落。尽管缩小了百倍，但神龙王的身体却依旧庞大。他就那么围绕着夜音竹和他所做的那块黑色宝石处飘然盘旋。 将夜音竹的身体都照耀成了金色，苍老而威严的声音在整个洞窟内回荡。从现在开始，作为龙的传人，传承着我们神龙一族血脉的夜音竹将成为我的代言人。任何对他的怀疑，都只会让灾难提前。封印破坏的时间将会因为此时你们所看到的一切缩短一年。 金光闪过，金龙腾空而起，重新融入到那庞大的遗体之中，威压也随之飘散。听到封印破坏时间又要提前一年，奥布莱恩和其他五位塔主的脸色都变得僵硬起来。尽管话是奥布莱恩说的，但他也代表了他们六人的意思。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一时的怀疑竟然换来这样的结果。夜音竹也有些意外，甚至有些好笑。 神龙王不但配合了自己，还给这些塔主们来了一剂猛药。不过这样一来，自己再和他们交流，也自然会变得容易的多了。对不起，阴竹，我不应该怀疑你。但你也知道，我们守护了这里这么久，从来没有见过神龙王大人，也不知道神龙王大人是否真的还存在。所以，叶阴竹摇了摇头，道：“师兄，您不必说了，我明白你们的难处。” 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挽救这场浩劫。奥布莱恩认真的点了点头，真挚的道：“你说吧，神龙王大人有什么指示？” 夜音逐道，神龙王大人告诉我，虽然他不能肯定母妖一族的实力恢复到了什么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肯定无法和当初侵入龙骑努斯时相比。尽管神龙王大人的肉体已经死去，但他那神级的灵魂却始终存在着，万年以来一直在关注着我们这片大陆的情况。 同时，他也费尽心力，用当年神龙们奉献生命换来的力量支撑着封印，但万年的时间却令他已经不堪重负。我知道各位师兄在担心什么。尽管神龙王大人对于当年西龙帝国毁灭我东龙帝国心存愤怒，但是他也告诉我，不论怎么说，西龙人也是人类，我们同属这一位面。 怎么说都是我们人类自己的事。为了抵抗外敌，他可以将以往的仇恨淡忘。神龙王大人综合评价了我们整个大陆现在所拥有的实力，与当初我们的东龙帝国相比，我们拥有那时五成左右的实力。之所以是五成，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位神级的强者。 而母妖一族的情况虽然具体并不清楚，但神龙王大人说，他们也同样不可能拥有母妖王那样的强者存在了。因此，圣战对我们来说，获得最后的胜利是很有可能的。听了叶音竹的解释，六位塔主的脸色好看了许多，同时点了点头，眼中流露出沉思的神色。奥布莱恩道：“整合大陆各族实力，集结大军与母妖相抗。” 这是神龙王大人给我们的指示吗？夜音竹点了点头，道：“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神龙王大人会尽可能的帮助我们。不知道各位师兄是否听说过生命之水？生命之水？”奥布莱恩神色一动，他当然听说过这神奇的泉水。夜音竹淡然一笑，将神龙王对生命之水的阐述详,详细的说了一遍。听了他的话。 奥布莱恩脸上流露出一丝喜色，也就是说，生命之水不但可以帮助你恢复六感，同时也可以帮助最需要它的精灵族达到全盛时期的实力，甚至超过以往的全盛时期。叶音竹点了点头，道：“我听安雅姐姐说过，精灵族有几大强势兵种，都需要精灵族的生命古树达到永恒之树后才会出现。” 同时，永恒之树也能让现有的精灵族战士实力大幅度增强。这样一来，我们的胜面就会变得更大。再加上我们秦城在魔法科技上的力量积蓄，我们完全有能力发动这场圣战，并且获得胜利的可能也会大幅度增加。奥布莱恩叹息一声道：“看来这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了，只是大陆却难免生灵涂炭。” 就算我们获得最终的胜利，恐怕这也是一场惨胜。夜音竹微微一笑，道：“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们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这是神龙王大人提议的，我认为非常可行。”哦，是什么办法？奥布莱恩好奇地问道。夜音竹沉声道：“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着深渊位面来袭呢？既然双方的仇恨和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我们为什么要将战场放在隆奇努斯？难道我们就不能让战场转移到深渊位面吗？这样的话，至少我们的平民不会遭殃，我们还有自己的大后方，进可攻，退可守。母妖最强的能力之一就是瘟疫，想要将损失降到最低，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能让瘟疫在隆奇努斯蔓延，而战斗在深渊位面。 这个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反攻！奥布莱恩猛地从自己所坐位置的宝石上站了起来。一直以来，法兰想的和所做的都是如何维持封印，阻挡母妖。而夜音竹的话却像是一颗炸弹般在他心中响起：“是啊，为什么我们人类就一定要被动挨打，等着人家的侵略？难道我们就不能侵略过去吗？”麦克米兰道。 可是，我们对深渊位面的情况并不了解，在敌人的地盘战斗，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我们一边，胜利的可能将大幅度减小。一旦主力被对方击败，结果不还是一样的吗？不，结果将大大的不同。因为就算失败了，我们也可以退守封印。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等封印破坏再行动呢？我们可以提前一点。 这样，就算失败了，封印也可以帮我们暂时挡住敌人，而且将战场放在深渊位面，我们龙奇努斯大陆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各种资源，提供更多的战士补充到战场上。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整个大陆的生产能力能够达到多强？各位师兄应该看到我秦城的传送门了。 几年之内，我完全有把握可以给大陆各国都提供一些这样的传送门，使他们的士兵和资源第一时间运到法兰，通过封印进入战斗。我们将阵地建立在敌人的地盘上，背靠封印，凭借着龙奇努斯大陆源源不断的支援，哪怕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我们也不是消耗不起。至少我们的根本之地不受威胁。火塔之主桑德斯点了点头。 道这个办法好，阴竹，我支持你。你说的对，凭什么只是等着他们侵略，我们也做一回侵略者？虽然不知道那深渊位面情况如何，只要将母妖消灭，我们大陆的面积等于是大幅度扩大。我们甚至可以许诺给大陆各国，谁的功劳大，在攻占深渊位面之后，就可以在那里得到更大的国土。 背靠封印之源，将战场放在敌人的世界，不使龙骑努斯遭受侵略。神龙王大人果然是神龙王大人啊！奥布莱恩一边缓缓点头，一边说道：“我们甚至可以在通道另一边的出口处，趁着母妖一族没有反应过来前，建立一座坚实的要塞，以此为根基，逐步蚕食母妖的实力，这样就更稳了。” 阴竹，你们秦城的魔导炮也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夜阴竹微笑道：“这么说，师兄是同意了？”奥布莱恩淡然一笑，道：“我还有不同意的理由吗？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与其被动挨打，不如变得主动起来。” 幸好八国君主还没有离开，看来我要和他们重新谈谈，将这一好一坏两个消息也先告诉他们才好。既然这场圣战恐怕会旷日持久，那么战争开始的越早，对我们也就越有利，因为封印还可以成为我们的屏障。尽可能的在对方的世界建立要塞，是我们首先要做的。叶音竹道：“既然如此，我也立刻去寻找生命之水。” 我们一起行动，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聚集起最大的力量。同时，我也会让秦城用最快的速度去铸造。至于材料方面，就要麻烦各位师兄了。尽管战略已定，但我们还是要小心一些。等我回来以后，我将亲赴深渊位面一趟，去打探消息。那样，至少我们可以对深渊位面有一定的了解，战争也可以进行的更容易一些。 奥布莱恩想了想，道：“材料方面你可以放心，就算法兰以后无法提供足够的材料，还有大陆八国，我们会全力以赴支持你。为了这场圣战，我们都不能有任何保留。等有足够的魔导炮运来之后，就是我们行动之时。至于军队方面，你不需要担心。在拥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我想各国君主都会变得睿智起来，不是吗？” 没有耽搁，夜音竹与六位塔主离开遗迹，各自展开自己的行动。在走回暗塔的过程中，夜音竹不无感叹：在今日前往遗迹之前，他怎么也想不到，居然会遇到这些事。带回了希望，也带来了责任。原本以为在遗迹中只是过去了很短暂的时间，但当夜音竹从光明塔中走出的时候，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在精神世界中。 他和神龙王的交流竟然过去了将近一天，夕阳的余晖渐渐消失，天空中的星斗争奇斗艳般，一个个变得清晰起来。感受着星光，夜音竹不禁想起了那七颗闪亮的天罡北斗，用力地攥紧拳头，万年的仇恨就要到洗雪的时刻了。 暗塔如故，夜音竹没有让人通知苏拉和海洋自己归来。苏拉害喜的虽然不算很严重，但夜音竹心中对他的怜惜却更深了。他还记得马西莫对他说过的话：“苏拉说过，你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快步走上暗塔，夜音竹知道，这次别过之后，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安定下来，和他们一起过那平静淡定的生活了。 他有些迫不及待的想多陪陪自己的妻子们，还有那位出世的孩子。还未走到塔顶，夜音竹的天人合一感知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回到了房间。他看到房间中，苏拉正斜靠在沙发中，而海洋坐在他的身边，两人正轻声细语地闲聊着。 苏拉全身都释放着幸福的气息，俏脸上带着几分红晕，一手轻抚在自己的小腹上，另一只手撑着自己的头，轻声向海洋道：“海洋姐，你说宝宝现在会动了吗？”海洋扑哧一笑，道：“我看你呀，是不知道怎么保护他才好了。虽然我没生过，可我也知道他刚这么小，恐怕还没有成型呢吧？怎么会动呢？”苏拉温婉的一笑。 道，不知道他是男生还是女生。海洋姐，你说我们是要个男孩好，还是要个女孩好？海洋道，傻丫头，阴竹不是说了吗？不论他是男是女，有没有天赋，只要他的身体健康就好。我们对他并没有其他的要求，只是希望他能快快乐乐的。阴竹的奋斗早已经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不需要再去拼搏，我们只是希望看到他幸福就足够了。 苏拉脸上幸福的笑容顿时变得更加浓郁了。有了奥布莱恩大师的神圣祝福，恐怕这孩子想不健康也不行呢。海洋轻笑道：“看你满脸都是母性的光辉，真的很羡慕你呢，甚至有些嫉妒。我也想要个孩子，好好的体会你那美妙的感觉。”苏拉握住海洋的手，道：“我们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时间呢。” 姐姐，你也不要再避孕了。他来到这里，明显要忙起来，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会相应变少。不如你也要个孩子好了。以阴竹在你身上耕耘的次数，还怕没有孩子吗？海洋被他说的俏脸大红，讨厌，这话你也说得出口吗？苏拉靠入海洋怀中，笑道：怕什么？又没有外人，这里隔音可是好得很，没有我们或者阴竹的吩咐。 谁也不能来到这里。海洋扑哧一笑，道：“来，让我摸摸我们未来的宝宝，好不好？”说着，手就要向苏拉衣服里面伸去。“不要，我怕痒。”苏拉轻笑一声，又长在沙发上轻按，人已经弹身而起。尽管她已经有了身孕，但子极强者的实力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轻飘飘的落在门口处。不让他摸，那么我来摸摸好了。 一双温热的大手悄无声息地将苏拉揽入自己怀抱之中，一只手成功地探到他衣服内，落在那光洁尚未凸起的小腹上。短暂的惊讶之后，苏拉立刻反应过来，握住那按在自己小腹上的大手，轻靠在他的怀中。你回来了，夜音竹搂着苏拉飘然而起，贴地平行移动，下一刻已经回到了沙发处。我要是不回来，还听不到你们精彩的对话呢。 笑眯眯地朝着海洋的方向。刚才我好像听到某人对她老公不满哦。海洋向叶音竹吐了吐舌头，故意道：“有吗？是谁呀、啊？”叶音竹嘿嘿一笑，道：“是谁不重要，我只知道她很想要个孩子，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一定要格外努力才行了。啊”啊 海洋羞涩中就想跑，可他哪里逃得过夜音竹的手掌心？当他的身体跌入夜音竹怀抱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幸福而羞涩的认命了。音竹，苏拉仿佛是鼓足勇气一般轻唤道：“嗯，我也要。”说完这句话，苏拉已经娇羞的扎入他怀中，不肯抬头。可是会不会伤到我们的孩子？夜音竹有些紧张。 但也有些兴奋。为了宝宝，他已经很久没有碰过苏拉了。有奥布莱恩大师的神圣祝福保护，孩子不会有事的。但你还是要温柔点。嗯、啊，要是让师兄知道他的神圣祝福被我们这么用，恐怕……苏拉抬起头，有些威胁似的比了比自己的小拳头。怎么，你不愿意吗？叶音竹笑道：“愿意，当然愿意了。不过……” 我记不起是谁说的了，男人最喜欢听的就是女人说我要，最怕听到的就是女人说我还要。不过，就算今天你喊还要，我也一定会满足你的。讨厌，你要不要先吃点东西？不吃你们就足够了。你没听说过秀色可餐吗？搂着两位妻子，叶音竹飘身而起，直奔卧室而去，空气中还停留着他的声音。 宝宝，爸爸要进来看你了。月亮悄悄地拉过一抹云彩，羞涩地遮住了自己的眼睛。这注定是一个幸福而快乐的夜晚。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当两位美女都面带红晕，满足地闭着双眼，静静地靠在夜音竹的怀抱中时，他将自己今天所遇到的一切毫不隐瞒地告诉了他们。又要打仗了吗？海洋悠悠叹道。 第二百八十三章生命水泉旁的神秘中年人。夜音竹道：“谁也不希望战争发生，但有些事情是我们不得不做的。”海洋，你可是东龙帝国皇室血脉唯一的传承者。海洋道：“我并不怕战争，但是我却不希望自己的丈夫身处于战争之中。”夜音竹道：“这是我必须要肩负的责任，没有任何转还的可能。”对不起。 海洋，我会尽可能保护自己的。海洋张嘴在夜音竹尖头轻咬，我不会阻拦你的。身为男人，你始终都会有自己必须要去做的事情。我只是希望，当你要让自己面临危险的时候，能够先想想苏拉，想想我以及你的孩子。我出生后就没有了父亲，我不希望我未来的孩子，还有苏拉未来的孩子也失去父亲。你能明白我们的心吗？ 叶音竹轻轻的点了点头，搂紧二女，并没有再多说什么。爱我吧，我真的想要个孩子，我不要避孕了。海洋轻声呢喃着，甚至抛却了苏拉在身边的羞涩。叶音竹微微一笑，低声道：“这算不算是还要？”海洋白了他一眼：“你说呢？那我们还等什么？”第二天清晨，海洋和苏拉都睡得很沉。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穿好衣服，叶音竹在他们的额头上亲吻后，悄悄地下了床，没有带什么东西，因为根本不需要。一个人静静地离开了暗塔。就在他离开的那一刻，两个女人正在他们心中为他默默地祈祷着。 出了暗塔，夜音竹毫不停留地朝法兰城外而去。今天，法兰依旧处于庆典的欢庆之中，而夜音竹已经要开始再次踏上征途。来到秦城，在法兰城外的军营之中，夜音竹找到叶红雁和各军团的团长们，向他们交代了一些必要的事情后，通过传送门悄悄地离开了这大陆最神圣的地方。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身在秦城之中。 没有任何停留的，他直接找到了安雅，并请来了矮人族、地精部落以及东龙八宗的长老和宗主们，在他那临时领主府内聚集在一起。秦城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那应该在法兰当暗塔塔主的秦帝大人回来了。这次会议究竟讨论了些什么，也就只有那些当事人才知道。会议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傍晚。 当会议结束之后，除了安雅手中多了两封分别给瑞蒂奥利维拉和子弟的信以外，秦城再没有夜莺竹停留的痕迹。而从这一天开始，原本就已经算得上忙碌的秦城，顿时变得更加繁忙起来。而工作的重点也从原本的建设秦城发生了转移，所有工匠都投入到制造之中。 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没人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秦城的工匠数量在短时间内大幅度增加。矮人族和地精部落的大师们都成为了最忙碌的人。几个时辰后，通过传送门，那两封信已经送到了英德的主人手中。尽管距离那场战争过去的时间并不长，但奥利维拉整个人看起来却像是老了十岁一般。他的脸上多了沧桑，但也多了刚毅。 他已经是紫罗兰家族最后的男人，他必须要坚强，要用自己的肩膀扛起家族的一切。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更愿意站在手中这封信主人的背后，带领着那些精锐之师去完成一项又一项的使命。直到继承了这个位置之后，他才明白，作为最高统帅，作为家族族长，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多重的责任。 而以前在秦城，这份压力和责任都是那个人来承受着的。仔细的看了那封信三遍。两天后，一份最高机密的建议书从米兰帝国北方军团圣光城送出。一个月后，从米兰帝国各方调集最精锐的五十万军队，悄无声息的出现在了圣光城。另一边，身在雷神之锤要塞的子野拿到了属于他的那封信，他同样也看了三遍。 但和奥利维拉的严肃不同，紫脸上却流露出了笑容。什么事这么高兴？一双水蛇似的手臂缠绕上了紫粗壮的脖子，紫反手将那手臂的主人拉入自己怀抱之中。阴竹来信了。哦，他说什么？紫薇笑道：“原本我还以为我们兄弟一南一北，在一起的时间再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但现在看来，不久的将来。” 我们依旧可以并肩作战，阴竹已经行动起来，秦城也已经行动起来，我们也不能怠慢了。安琪静静地看着子，做你想做的事吧，不论是什么，我都支持你。尤其是和叶阴竹那小子在一起。说起来，当初他那一掌还真是狠呢。子诗笑道：“你不是一直都很欣赏他那一掌吗？要是让精灵族知道阴竹当初废了你……” 但也治好了你，甚至现在你的实力已经恢复了七成，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安琪甜蜜的一笑，他们不可能知道的，因为我永远也不会离开你的身边。我无条件支持你的前提就是，不论做什么，你都要带我在身边。第二天，极北荒原也变得忙碌起来。夜音主走了，但他去了什么地方，却没有人知道。 凛冽的寒风像刀子一般切割着身体，更加恐怖的是带着冰渣的龙卷风，那几乎是等同于黄级的冰系魔法攻击了。黄级魔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不间断和无处不在。尽管大陆已经进入了夏季，但这里却依旧是那么冷，滴水成冰根本不足以形容它的严寒。在整个隆奇努斯大陆上，这里可以说是生存条件最恶劣的地方。 曾经，这里有着众多强大的魔兽，但他们现在却已经成为了极北荒原心的主人——紫晶比蒙手下最强力的紫晶军团。所以，这里也就随之变得寂静下来，只有那恒古不变的坚冰还牢牢的守护着他们的领地。没错，这里就是冰森龙奇努斯大陆的最北端，最寒冷的地方，环境最恶劣的地方。 而就在这冰森之中，此时却有一个人正在快速的前进着。他的衣着很简单，只有一件单薄的魔法袍。可就是这样，在这极寒的世界之中，他的速度却一点也没有降低，宛如风驰电掣一般，朝着更冷的地方前进着。 哪怕是子级强者，也不敢在这种不御寒的情况下在冰森中穿梭。但是这里的环境对他来说却并不算什么，因为他是夜音竹，秦帝夜音竹。在秦城结束会议之后，夜音竹直接通过自己当初设定的传送法阵来到了冰森之中，朝着冰森的终点冰圈前进着，因为那里就是神龙王告诉他的地点。生命之水是什么？ 是庞大的生命力，哪怕只是普通人喝上一滴，寿命也立刻会增长一倍。它对任何种族都有着无法想象的好处，解除一切异常状态，充沛的生命力，用生死人肉白骨来形容毫不夸张。试问，这样的宝物谁不会觊觎呢？所以，生命水泉时刻都在移动着，神龙王不会给任何种族获得它的机会。 为了让夜音竹找到他，生命水泉要停下来，停在一个绝不会有人发现的地方。那么，在这片大陆上，就没有什么地方比冰圈更加可靠了。除了当初的格拉西斯以外，谁会穿过环境那样恶劣的冰森来到冰圈呢？尽管夜音竹从来没有因为付出六感之二换回苏拉生命而后悔，甚至是庆幸。 但如果有机会恢复这失去的两种感觉，他又怎么会不愿意呢？他是多么希望在亲眼看到自己两位妻子的娇颜，品尝苏拉所做的美食，亲眼看看现在建设的秦城和神龙王的样子啊！天人合一的能力再好，也终究不能代替眼睛。 在冰森中赶路，对于别人来说或许是痛苦的，但对于夜音竹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从传送阵所在的位置一直到他穿越冰森，来到龙奇努斯大陆最北端的冰圈，前后只用了半个时辰的时间而已。这还是夜音竹为了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故意放慢的结果。神龙王所说的考验，他是不会忘记的。至于考验是什么，夜音竹也从未担心。 他只是知道，不论这考验如何，自己都必须要去面对，没有任何退缩的可能。他也相信，凭借自己的实力，一定能够顺利通过。突破魔五级 B 的次神级二阶，强大可以转换为任何属性的元力，以及身上所携带的两件超神器，都是他自信的源泉。 进入冰圈，在全力催动精神力、魂珠高速运转的情况下，夜音竹对外界的感知数以十倍的增强着。几乎只是一瞬间，他的精神力就已经蔓延在冰森的每一个角落之中。周围的一切显得很寂静，他也在第一时间就寻觅到了自己的目标。 就在这冰圈正中央的位置，一座淡蓝色的由未知岩石组成的泉眼静静地沉睡在那里，一圈圈柔和的生命气息，就像大自然一般纯净的飘然四散。那深邃的比精灵族生命古树更加纯正的生命力，只能用深不可测来形容。以夜音竹的精神力，都无法辨别它所拥有的全部究竟是多少。 但是夜音竹的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这口生命之泉上，因为在生命之泉旁边有一个人，没错，就是在这冰圈之中最不应该出现人迹的地方，有一个人，而他就静静地站在生命之泉旁边，背对着夜音竹的方向，他的目光始终注视在那生命水泉之中，似乎在思索着，又似乎是呆滞的。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人？ 疑惑的情绪第一时间出现在叶音竹脑海之中，但他并没有立刻行动。多年修炼养成的沉稳心性让他绝不会贸然行事。通过天人合一的感觉，叶音竹知道这是一个中年人，但除了这一点以外，他再无法发现更多的东西。这个人的气息很均匀，没有任何多余的波动。从他身上，叶音竹甚至感觉不到任何情绪的出现。 他很静，整个人就像这天地之中的一部分，并且与天地不分彼此。这种境界，叶音竹太熟悉了，因为这就是天人合一，也是他最擅长而特有的能力。可这个人的天人合一似乎比他更加高级，如果不是同样拥有着天人合一的能力，只凭感觉是绝不可能发现他的存在。没有能量波动，没有情绪波动，他就像一尊石像。 叶音竹当然不会认为他是个普通人，在他心中，已经将这个人看成了自己所面对过的最强大的敌人。哪怕是面对斯隆和奥布莱恩的时候，叶音竹也没有过这种感觉。毕竟他知道斯隆和奥布莱恩是什么样的境界，可是对眼前这个人，他却是一无所知。这是一个他无法看透的人。 同样的，那个人似乎也知道夜音竹的到来，但并没有因为夜音竹而做出任何改变，依旧静静的站在那里，静静的看着那水泉，眼中光芒流转，释放着淡淡而柔和的光晕。他并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情绪太多太多，却被天人合一所掩盖，外人无法发觉而已。你是谁？夜音竹还是忍不住问出声。 中年人没有回答，但他却缓缓转过身，由先前的背对变成了面对。叶英竹看不到，但却能够清晰的感觉到两道目光落在自己身上。那目光并不凌厉，但也说不上柔和，但却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穿透力，仿佛在一瞬间就能将他看透似的。 气息内敛，精神力却依旧笼罩在整个冰圈之中。夜音竹体内的元力已经化为水波，飘荡在自己身体周围，轻微的律动着。尽管他们并没有交手，甚至没有交谈，但夜音竹知道自己已经处于了被动之中，被压制在下风。到了他这样的实力，哪怕只是气息的些微变化，也能判断出很多东西。可是，对眼前这个中年人。 他却无从判断，叶音竹一字一顿的再次问出同样的问题：“你是谁？”中年人依旧没有吭声，只是对着叶音竹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掌，掌心向外。叶音竹心中顿时变得警惕起来，但是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在刹那间，他只是感觉到对方掌心中光芒一闪，下一刻，一股无比庞大的能量已经重重的轰击在自己的胸口上。 以叶音竹的精神力侦查能力，竟然丝毫没有感觉到对方要动手的意思。等他发觉的时候，已经被轰中了。这是什么样的速度？叶音竹不知道，他只是清楚的认知自己连闪躲的机会也没有。要知道，他和那中年人相隔的距离足有数百米，对方只是一抬手。 攻击立刻就已经来到了他身上，这种攻击手段，就算是实战经验丰富的夜音竹也是第一次遇到。袁力在受到攻击下自行护体，再加上夜音竹被攻击的是胸口，超神器枯木龙吟琴的能量形成一团乳白色的光芒护住他最关键的位置，但他的身体却依旧倒飞而出，完全失去控制朝远方撞去。 要知道，他的身体可是当初经过千雷锻造的，其坚韧程度甚至比金刚经还要恐怖。所以，尽管攻击来的突然，但想要真正伤害到他却并不容易。叶音竹一边强忍着那压迫性的痛苦，一边仔细的感受着那攻击中的元素气息。 他吃惊地发现，这种能量竟然和自己的元力有几分相像，其中并不是单一的魔法元素，而是似乎具有了所有魔法元素的破坏特性。轰！在元力的包裹下，叶音竹的身体直接飞出冰圈，重重地撞击在冰森的那些寒冰凝结的冰塔之上。 这些冰塔都已经存在了不知道多少年，其坚硬程度足以和钢铁相比。可是，在那强烈的撞击之下，叶英竹的身体先后撞碎了七根粗大的冰塔，才勉强控制住，重重的摔落地面。一句话不说就发动攻击，敌我已经分明，不论对方是什么身份，叶英竹知道，今日一战，恐怖不可避免了。 中年人一掌将夜音竹轰飞，却并没有追击，只是平静淡定地注视着他飞出的方向，依旧是沉静地站在那里，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刚才那沉重的一击也不是他发出的似的。缓缓从碎冰中爬出来，强忍着胸口处不断传来的窒息感，夜音竹缓,缓缓站起。 体内的元力告诉运转，会和超神器枯木龙吟琴的能量，将对方侵入自己体内的能量缓缓驱散。如果他不是次神级，只是子级的话，哪怕是子级九阶，在刚才那一掌中，恐怕也会深受重创。叶音竹知道自己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敌人。 虽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和光明塔主奥布莱恩相比如何，但他可以肯定，眼前这个敌人的攻击手段绝对要比奥布莱恩更加奇异。而就在夜音竹刚刚站起的同时，他清晰的感觉到，那个人的右手又抬了起来，掌心同样朝着自己的方向。有了先前的经验，这一次他的身体甚至比意识运转的还要快，刹那间就已经瞬移离开原地。 横向飘出百米之外，在夜音竹原本所站之处背后不远的一座高达百米开外、需要二十人合抱的一根巨大冰塔亮起了耀眼的金光，没有任何轰鸣和爆炸。下一刻，这根冰塔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它与地面接触的地方就像被利刃切割了一般光滑如镜。它是神龙王给自己的考验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这可真是一个小小的。 考验啊！叶音竹心中不无苦笑，但他的实战经验何等丰富，须臾之间已经取出了自己的超神器枯木龙吟琴，横在身前。总是被动挨打也不是办法，在凭借意识闪开对方攻击的同时，他也第一次向对手发动了攻击。七道透明的阴刃在低沉的嗡鸣之中飘然而出，每一道阴刃都是纯粹的元力，并没有附加任何魔法效果。 但当那七道阴刃瞬间横跨虚空来到中年人面前的时候，七道阴刃却骤然释放出璀璨的光华。夜音竹没有像对手那样，在每一道攻击中都施加所有魔法元素的破坏效果。他自问对原力的控制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所以他在这七道阴刃之中，各自附加了纯粹而单一的魔法元素。 那瞬间产生的攻击力，加上高频震荡的效果，这在夜音竹大成后发出的音刃，可以说是他巅峰状态的一击。感受到音刃，中年人眼中闪过一道奇异的光彩，略微带着几分惊讶。这一次，他不再是一只手，双手同时抬起，那看似不快的动作，却在音刃来袭前完成。 双手合十，高举头顶，在瞬间下劈一道湛然金光，犹如刀刃一般骤然而出。七道阴刃代表着七种元素的巅峰之作。尽管那看上去只是七道光滑闪烁的光刃，但实际上这七道阴刃完全可以代表七系魔法的单体禁咒，而且凝聚在一起，附加了高频震荡的他们攻击只会更强，而对手的攻击却只有一记。 这一次，金光不是灵体才出现，而是真实的光刃。光刃与七阴刃在空中碰撞，瞬时间，火熄、水干、风停、土消，光明变成了黑暗，黑暗被悄然驱散。哪怕是那融合了六种元素的圆融之力，也在顷刻间分成两半。 七刃齐破，分成两半，从那中年人身边悄然掠过，在半空中，他们就已经失去了原本应有的威力，消失不见。要知道，这可是超神器枯木龙吟琴发出的高频音刃，汇聚了叶音竹巅峰实力的高频音刃，但对方却只有一击，一点破线，一刃破七刃。叶音竹甚至忘记了继续攻击，他已经完全被心中感知的一幕惊呆了。 而就在七道阴刃被破开的同时，那个中年人合十的双掌却已经分开。这一次，两道金光同时出现在叶音竹的胸口处，他的身体再次飞了出去。两道看似同样的金光进入叶音竹体内后，却产生出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叶音竹也说不出那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他只是觉得那两种力量截然相反。 就像一种是光明，另一种是黑暗，两股截然相反的能量同时进入他体内之后，顿时产生出了无与伦比的破坏力。即使以他那千雷锻造后的身体，也禁受不起。这一次，连夜音竹自己都不知道飞出了多远，也不知道撞破了多少冰塔、冰林。体内那种两个极端产生的强烈撕扯力，似乎要将他的身体完全撕碎一般。 哇！一口猩红的鲜血夺口而出，夜音竹整个人的甚至都变得有些迷惘了。那两种恐怖的能量所产生的破坏力，只会在雷力之上。更令他惊骇的是，一向可以将任何魔法元素过滤转换成无属性元素的神元魔法袍，却失去了它应有的效果，根本没有改变这两种能量的特性。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叶音竹不知道，他只是明白。 这个人的实力比他想象中还要恐怖。中年人没有追过来，而夜音竹也再次站起，凭借着坚韧的身体，他接连喷出两口鲜血，以自己那纯净的元力，硬生生地将那两股极端能量通过血液吐了出来。那两口鲜血吐在万年玄冰之上，比最灼热的火焰还要恐怖，瞬间石穿了冰面，露出两个黑黝黝的洞。 这一次，叶音竹没有再回冰圈，他甚至没有去用精神力感受那个中年人的存在。以对方比自己更加高级的天人合一境界，就算想要隐瞒身体所在位置，叶音竹没有视觉，也绝对寻找不到他。盘膝坐在地上，超神器枯木龙吟琴横于膝盖之上，双手轻放于琴弦，在瞬间，叶音竹的心静了下来。 他突然想起了神龙王在初见自己时说过的那句话：“全实而虚，时间而空，清浊何之，自成功商。昔人有采药入山，忽闻琴声者，穿松林出溪口，出微见甚，行里许，见飞泉从从然石上流出，遂徘徊竟日不去。归而向其音，乃为是曲。夜音竹的心在这一刻变得通透起来。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身处危境了。 当年，西多夫元帅就曾经告诉过他，一名合格的士兵首先需要的就是战场磨砺。一个人的实力也是如此，想要成为强者，就必须要经过不断的战斗，丰富实战经验。同时，也只有在真正的战斗，或者是面临巨大压力时，才更容易突破。 按照正常情况来判断，那中年人的实力如此恐怖，坐地弹琴只会给对方攻击的手段。可是脑海中瞬间的明悟，却让叶音竹抓到了一丝灵光，似乎只有他最本源的实力琴曲，才有获得胜利的一丝机会。叶音竹八指如行云流水般律动于七弦之上，随着那琴曲的清流，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轻吟道：“夫十敬四人，全动四指。” 全动不撼静，时静不爱动。刹那间，天人合一的能力与他自身的琴艺瞬间融为一体，那种玄妙的感觉，只有身处其中才能清晰的感受到。正是琴宗终极境界——太玄琴心。叶音竹的心此时很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平静。外界的一切在与他无关，心中只有琴，意中也只有曲。 这首《石上清泉》并不是什么名曲，欲晴山水结盟泉石，恍若悬崖寒溜跳珠瀑布，夺人心目。详玩曲意，真天的同流之妙矣，最适宜静心。这首琴曲的意境也就在一个“静”字上。琴曲圆融柔和，宛若泉水清落，又如时间静观。淡淡的琴音之中，没有一丝杀气，没有一丝跳脱。 有的只是那静静而清幽的曲调，在这一瞬间，叶音竹突然发现自己的感官数以百倍的增强着，原本逊色于对手的天人合一，竟然借助这一曲时尚清泉瞬间赶超。他清晰的把握到周围发生的一切，那种感觉是美妙的，身心沉浸在琴中，可精神力却静静的停留在那生命水泉旁的中年人身上。 忽闻琴音，那中年人仿若恒古不变的神色终于出现了一些变化，初而惊讶，紧接着却皱起了眉头。原本站在原地不动的身体骤然动了起来，他跨出了一步，看上去很小的一步，但他与夜音竹近千米的距离却就在这一步间消失，并不是他这一步腾跃了多远，在夜音竹的意识中，似乎是他与这个中年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似的。 此时，这一曲《时尚清泉》正演奏的是第一阶段，名为“溯源粗流”。没有刻意去控制，但叶音竹的身体却已经动了起来。原本端坐在地上的他，轻飘飘的一个旋转，整个人在旋转中站起。而也就在这一个旋转之中，他躲过了中年人暗出的一掌。那一掌是何等快速，但夜音竹却仿佛未卜先知一般。 而他所演奏的琴曲却一点也没有因为对手的攻击而停顿，甚至连意境都没有半分的动摇。琴曲由第一阶段的溯源粗流已经开始转为第二阶段的毕见零零，双手八指弹动之间，在那美妙的旋律之中，仿佛有无数清流从他手指间激荡而出，化为清澈的泉水，骤然向那中年人喷涌而去。整个过程并不快，但却圆融自然。 没有一丝烟火气，中年人眼中再次流露出几分惊讶，身体骤然后退，此间双手同时按出，一片金蒙蒙的光华在身前凝聚成宛如盾牌一般的存在，硬挡那泉水般的能量。 奇异的一幕出现了，那原力所化的泉水似乎并没有任何攻击力，击射在金色光盾之上，就如同水流一般溅起在空中飘荡，甚至还勃发出一捧水雾般动人。就在中年人全身金光大盛，准备再次发动攻击之时，突然夜音竹的琴曲又发生了变化，一连串的清音连结在一起，发出一串轻嗡之声。 如果这里有外人在，只会觉得那是美妙的琴音；可听在中年人耳中，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似乎天地间所有的一切都因为这嗡鸣而同时震颤起来，在他眼前以及感觉中所有的一切都剧烈的颤抖着。那奇异的嗡鸣声侵入脑海之中，竟然令他眼前变得一阵模糊。石上清泉从第二段进入第三阶段，名为松籁童音。 就是这奇异的嗡鸣，竟然硬生生地打断了中年人的攻击，甚至连他挡在面前的金光盾牌也剧烈地颤抖起来，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中年人心中的惊讶更深了，抬头看向夜音竹时，却发现他面带微笑，眼神闪耀着朦胧而执着的光芒，似乎并没有注意自己这个面前的敌人，整个人都沉浸在那琴曲内。中年人有些愤怒了。 刹那间，那金色盾牌反卷，将他的身体笼罩在其中，把整个人都渲染成了金色。身体瞬间前移之中，已经骤然来到了夜音竹面前。这一次，他没有再给夜音竹闪躲的机会，仿佛周围的世界都变成了一片金色，而夜音竹就是这金色的源头，瞬间海纳百川。 中年人双手在自己胸前做出一个柔和旋转的动作，那庞大的金光已经从四面八方奔涌而至，无法闪躲，不能逃离。金光已经封死了夜音竹所有可以逃避的通道。这次的攻击不再是先前那截然相反的两种能量，而是单一的一种。 但也是极为奇异的一种，有点像子的旋风激光斩所形成的大漩涡，但又要比此的旋风激光斩能量更加纯正。这一击并不只是出现在表面上，同时也是与天地完全融合在一起，将天人合一花入五技之中。夜音竹也是第一次见到，但此时的他也将琴曲与天人合一相融，更融入了太玄琴心的境界。 这才是秦商真正想要看到的，东龙八宗真正的秦武合一。叶音竹的动作很奇怪，在那海纳百川一般庞大的能量攻击下，他不可能闪躲，但也没有做出任何突出重围的打算。而事实上，中年人施展的这种武技，比先前那正反两种能量更加恐怖。如果他真的想从这之中冲出去，只会面临更加恐怖的打击。 夜音竹就那么在原地坐了下来，这一曲《时尚清泉》也转入了第四阶段——虚窗静听。第二百八十四章：琴曲致敬，通过考验，曲意流畅柔和的发生转变，从之前的震战变成了轻柔的寂静，似乎是在静静地聆听着那泉水落石的叮咚，柔和的水波荡漾，轻柔地包裹在夜音竹身体周围。它没有动。 无数金光奔涌而至，但奇异的一幕却发生了：任由那金光如何冲击，却就是无法侵入夜音竹身体周围那看上去轻柔的水波之中。这正是这首琴曲的真谛：夫石镜四人，泉动四指，泉动不撼静，石静不爱动。此时的夜音竹就像是在泉水冲击下的巨石，任由泉水如何奔涌，也无法伤害到他这巨石的根本。 固然有水滴石穿之说，可那需要多少的水，多久的冲击？中年人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夜音竹身周那看似不强的水波，却在轻微的旋转着，自己释放出的能量根本无法在属性上占到原力的便宜，而那水波清流旋转之间，却静静的消融着他那海纳百川一般的攻击。 鲜血从叶音竹嘴角处滑落，尽管这一刻他的境界已经超越了面前的对手，可是能量的差距却依旧是巨大的。只是他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吐血，沉浸在琴曲中的他甚至感觉不到一丝痛苦。他只是知道，眼前这一首琴曲的弹奏是他这一生中绝对的巅峰之作。 中年人的攻击似乎也不能持久，就在那金光由盛转衰之时，琴音也由刚才的清幽寂静，伴随着水波流淌，琴曲明显变得轻快起来。琴音随水波流转，正是《时尚清泉》的第五段，声随流转。 水波每一次轻柔的盘旋，都会令叶音竹身体周围的空间变得大一些。尽管他的脸色看起来有些苍白，可那纯净的水波却在轻柔激荡之中，将那四面八方而来的金光带着旋转上升。骤然，水流回收，重新回归到夜音竹身边。 紧紧地贴在他身体周围，凝实的水流已经驱散了原本的金光，也就在他回收的同时，将那闪电般前期的金色身影阻挡在外。中年人在惊讶中多了愤怒，他没想到自己已经拿出了真正的手段，却依旧没有将面前这个人击倒。全力催动下，他的人就像是一道利剑，带着无与伦比的穿刺性。 庞大的金光化为尾焰助推，令他的速度和攻击瞬间提升到了顶点。可他遇到的却是那突然变得凝实的水波，耳边聆听的依旧是那美妙动听的琴曲《石上清泉》第六段。银牙暴喝，轰！剧烈的轰鸣令金光以圆环状四散。夜莺竹张口喷出一股鲜血，直接落在了那乳白色的超神器枯木龙吟琴之上。 他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但神色上却没有丝毫变化，就连琴音也在他那八指之中并没有紊乱。中年人清晰的感觉到，自己仿佛撞入了一个并不坚固的屏障，屏障后柔软，它并不坚硬，但却异常柔韧，以自己那充满了破坏力的能量，却怎么也无法突入其中。 紧接着，水波流转之间，水流似乎瞬间增大，强行将自己的身体带离了原地飘退。突然，水波又出现了变化，这一次，它们由原本的柔弱似乎变得刚强起来，就像是泉水滴落石上，溅起无数水花，但那冲击力却源源不绝。 每一朵溅起的水花都围绕在那中年人身边，中年人惊讶地发现自己凝聚的金光竟然在那些炸开的水花之中被消融着，或者说是侵蚀着。水花无处不在，而他后退的身体却像是承受了永不停息的腐蚀。 这种情况不只是出现在他身体外，同时也出现在他的精神世界。那突然变得跳脱起来的琴曲，不断侵入他大脑的最深处，令他脑海中的一切，包括境界，都变得混沌起来。他当然不知道，这是《石上清泉》的第七个段落。明日浮泛飞花，不好！中年人下意识的感觉到了不妙，但他却并没有慌张，身体外放的金光骤然内敛。 双手同时高举过头，右掌笔直上举，左掌贴在右掌下方小臂处，大喝一声：“破混沌，无极声。他的声音很尖锐，带着强烈的精神冲击，而他的手却似乎变成了透明的。在那瞬间的下劈之间，所有的水花似乎都被他这一掌所吸引，紧接着完全消融。 他那一声大喝，当然不是要打断夜音竹的琴曲。夜音竹此时的境界已经高过他，他不可能做到。他这一声大喝，是在唤醒自己，不让自己沉浸入那琴曲之中。身前的水波确实消失了，就连夜音竹的琴曲似乎也变得轻微起来。嫣红的鲜血在那白玉般的古琴上显得那么刺眼，可是琴曲却终究没有停。 就在中年人缓过口气，展下的双掌发出一声低沉的龙吟之声，作势欲起之时，叶音竹的身体突然动了。 在水波流转的光芒包裹下，在那庞大的能量波动之中，他整个人带着琴曲中最后一段的精髓飘然而至。水波似乎变成了实体，所有的能量都凝聚在了那一瞬间。而此时，中年人的手刚抬到一半，那双透明的手掌只来得及翻转过来，就已经迎上了夜音竹那身琴合一的身影。琴曲清澈，所有的水波寂静。 在此刻都融为一体。石上清泉，在美的泉水依旧在石之上。如果说前七段主要都在泉水的意境上，那么这最后一段终究来到了终点，来到了石上。当那中年人透明的双掌与夜音竹深琴合一的身体撞击在一起的时候，也是琴音最后一声嗡鸣，琴曲的最后一个音符。刹那之间，承受了亿万年泉水冲击的巨石动了。 时尚清泉第八段，枕流数十，轰！不再有光，只有无色的能量。那剧烈的爆炸力以及无与伦比的能量波动，在这一刻骤然爆发。一圈无形的能量波动飘然挥洒，冰森，冰雪凝聚的森林。但在这一刻，冰雪却在风的作用下消失了，化为了冰粉。 冰森，这曾经生活着万余高级魔兽的地方，它的具体面积有多大，没人知道。但是从这一刻开始，冰森已经不复存在，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了冰雪形成的森林，剩下的只有一片光滑的冰面。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想象这只是一瞬间发生的事？而始作俑者却只有两个人。 不论是叶音竹那看似平和的超级琴音，还是那中年人神秘的金光，表面上的平和，那只是实力达到极端的否极泰来。那一刻，不仅是叶音竹凭借着超神器枯木龙吟琴将自己的实力发挥到了极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神秘中年人也已经尽了全力，静静的跌倒在冰面上。叶音竹觉得自己很冷。 达到次神级以后，这还是他第一次对外界的温度如此敏感。身上落着一层细细的冰粉，仿佛将他的皮肤也已经冻上了。嘴角处全是血沫，但刚刚喷出的鲜血也会立刻变成红色的冰。超神器枯木龙吟琴已经回到了他体内，神器并没有生命，没有足够的能量支持，他就不会发挥出相应的威力。 体内的经脉并不疼，并不是因为它没有受损，而是因为疼痛过度已经变得麻木了。很久没有受到过这么严重的创伤了，即使是在百雷轰击之时，夜音竹已经掌握着控制的主动权；即使是在面对斯隆的魔神变身时，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沉重的打击。可眼前这个神秘的中年人却做到了。夜音竹此时的心很平静。 他在想，如果四大神兽都在自己身边，凝结成那神秘的超神器铠甲套装，自己能否战胜那神秘的中年人呢？答案是未知的。他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自己还能否保持像刚才那样玄奥的太玄琴心境界，也更无法领悟之前那种超脱一切、将一切融入琴音之中的天人合一。这个神秘中年人的实力比斯隆还要强大。 这是叶音竹在躺倒在地面后唯一能够想到的。挣扎着，叶音竹双手撑在地面上，缓缓爬起。早在幼年的时候，叶离就曾经教导过他：竹宗弟子没有躺着死的习惯，就是战死也要挺直自己的脊梁。你还能够站得起来吗？尖锐但又有些沙哑的声音在叶音竹耳边响起。叶音竹的天人合一境界又看到了那个中年人。 和刚开始见到他的淡定相比，这神秘的中年人也有了不小的变化。他身上的衣服已经不再是那么整齐，头上的金发也已经显得有些散乱了。更加重要的是，他的嘴角处留存着一道血痕。是的，在先前那最后的碰撞，在石尚清泉达到极致的时候，这个中年人也已经受伤了。 尽管他的伤势或许不像叶音竹那么严重，但叶音竹毕竟也已经击伤了他。叶音竹一边艰难的从地上爬起，一边说道：“如果我还能站起来，是否就是通过考验了呢？”话一出口，连他自己都有些惊讶，自己的声音竟然沙哑到如此程度，而且每个字从口中吐出，都会带出一捧紫黑色的血沫。你比我预料中的要强，尤其是在境界上。 可惜，战斗的根本是实力，你的实力还差得太远了。”神秘中年人淡淡的说道。“嗯。”夜音主体内突然剧烈的痉挛了一下，他好不容易爬起了一点的身体，重新跌倒在冰面上，又染紫了一片冰粉。“不要再试图挣扎了。根据我的计算，你体内的经脉有百分之四十已经彻底断裂，百分之三十若断若续，几乎就没有完整的存在。” 你的五脏六腑都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一个还待在自己原本的位置。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胸腔的骨骼会那么坚硬，但除了那里以外，你有七根肋骨已经断裂。或者说，唯一能够让你保持清醒还有意识，是因为你的心脏和大脑受创并不重。但在承受了这样程度的创伤之后，就算你把自己破碎的内脏都吐出来。 也绝不可能再站起。中年人冷冷地说着这些，就像是一个医生在即将解剖一具尸体时对自己学生的描述。叶音竹知道，对方说的很对。尽管他的原力在不断地修补着他的身体，但这一次他受到的创伤真的太重太重了。 可是他并没有放弃，胸中的一口气和最后的坚持令他没有放弃，依旧在挣扎着从冰面上爬起来。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不是我的考验？叶音竹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了这句话。神秘中年人点了点头，道：“没错，我就是你的考验。”叶音竹笑了，尽管在这样的状态下，他的笑容要比哭还难看，但他还是笑了。 也正是因为心中肯定对方就是自己的考验，他才没有在第一时间召唤子。因为他清晰的记得，当初神龙王曾经对他说过，这是他一个人的考验。为了不让子发现自己的变化，叶音竹甚至强行用精神力模拟出自己一切正常的状态。他与子之间的灵魂联系，在他达到次神级之后，他就已经成为了主导。 而现在这个时候，他就更不可能召唤子到身边，不论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他的考验，因为他可以肯定子也不会是这个人的对手，尽管这个对手也已经受伤了。那么，如果我站起来，是否就算通过这次的考验了呢？夜音竹猛地一咬牙，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九道紫光在他的指尖闪烁着，尽管菲尔·杰克逊曾经告诉过他不要再使用这种方法，可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那要等你先站起来再说。”中年人冷冷地说道，双手环抱在自己胸前，就像是猫对老鼠的戏耍。他一点也不着急，看着夜音竹，眼中甚至带着几分戏谑。 叶音竹没有直接将九根紫竹神针插入自己的身体，因为他知道，如果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就算使用了九针机神大法，这场战斗自己也不可能胜利。人往往在面临绝境之时，才能最大程度的激发自己的潜力。尽管他已经清晰的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力正在飞速流逝着。 但他还是凭借着坚定的毅力，用自己的双手双脚撑住地面，一点一点的向上爬起。他的脸已经涨成了紫红色，极度的痛苦令他几乎无法呼吸。他甚至能够感觉到断裂的肋骨已经插入内脏的那种特殊感觉，有一根肋骨甚至已经钻透了他的皮肤，将胸腹间的神元魔法袍缓缓顶起。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却依旧挣扎着从地面上爬起来。由于对痛苦有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他没有让自己再做无用功。每爬起一点，他就拼命地保持住自己已经获得胜利。这只是一个从地面爬起的简单过程，但对于现在的叶音竹来说，却不亚于一场艰苦的战斗。中年人的脸色终于变了，看着叶音竹的目光却不是惊讶，而是几分欣赏。 叶音竹发现自己的唇边似乎掉落了一些什么东西在冰面上，他看不见，但凭借感觉和嘴角的漏风，他知道自己的牙碎了了。那并不是因为对方先前打击而破碎的，而是因为极度的痛苦被他自己咬碎的。可就是这样，他还是一点一点的站了起来。他的腿在颤抖，手臂在颤抖，身体每一个部分都在颤抖。可就是这样。 他却依旧站了起来，挺直了自己的脊梁。在他的眼中，没有挫败的神色，也没有后悔的光芒，有的只是骄傲。鲜血混合了内脏的碎块，几乎是不断的从他嘴角处流淌而出。体内的气血不受控制的翻涌着，残存的元力根本不足以修补这样严重的创伤。可是叶英竹却依旧保持着自己站立的姿势，甚至没有用任何东西去支撑。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这算不算通过考验了吧？说话有些艰难，叶音竹只能闭着嘴，咬着牙，让一个字一个字从自己口中渗出，因为他怕张开嘴会将体内的一切都吐出来，他不能冒险。是的，我可以告诉你了，站起来并不能代表什么，你的考验很简单，就是战胜我。 直到我倒下，你才有获得生命水泉的资格。神秘中年人在短暂的色变之后，已经恢复了正常，他的声音和表情依旧是那么冷酷。眼看着叶音竹的样子，却又缓缓抬起了自己的手掌。站起来的敌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还有再战之力，他没有停止的理由。叶音竹笑了，尽管对面的中年人根本看不出他这究竟是不是笑容。 九道紫色光芒几乎同一时间插入夜音竹的头顶，齐根而没，而夜音竹的身体也在一瞬间颤抖得更加厉害了。九根紫竹神针瞬间的刺激，几乎令他失去了所有的意识，可他还是挺住了，就像他现在挺直了自己的脊梁一般。咕咚一声，夜音竹将到了嘴边的鲜血咽下，淡淡的水波。 开始重新出现在他身体周围，尽管他的身体已经极度破损，但是他站直的身体却已经渐渐稳定下来。双掌同时拍在自己胸腹之间，突出的肋骨被按了回去，内插的肋骨被原力吸了出来。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叶音竹身上冒起了一层蒸汽，但他还是做到了。在这个过程中，神秘中年人要想杀他，已经可以完成一百次。 可是他举起的手又缓缓放下，再举起，再放下。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有些无法向眼前这个人出手。来吧，怎么，你怕了吗？叶音竹有些嘲弄似的说道。中年人脸色微变，他终于还是动了，身形闪烁之间，他再次来到了叶音竹面前，而他的双掌也在瞬间贴上了叶音竹的胸膛。 金光重燃，那恐怖的能量再现一正一反的契机。但就在这个时候，夜音竹不知道是否真的已经失去了全部的力量。他没有闪躲，甚至张开了自己的双臂，任由对方投入自己身前，将双掌向他的胸膛按去。中年人没有手下留情，在双掌贴上夜音竹身体的一瞬间，金光已经骤然迸发。 超神器枯木龙吟琴所能护住的，只有夜音竹的心脏。这一次，失去了主要元力保护的身体，包括先前还算坚挺的胸骨在内，夜音竹胸腔,腔内的所有骨骼，在那恐怖的正反激发金光之下，寸寸破裂。他的身体也像炮弹一般飞了起来。但是，飞起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那神秘的中年人也和他一起飞了起来。 中年人第一次心中产生出了一种恐慌的感觉，他发现叶音竹的左臂已经紧紧地将他搂住。以中年人的实力，当叶音竹双臂刚刚搂住他的身体时，他的身体就已经自行做出了反应，瞬间震碎了叶音竹的左臂。可是他却发现，叶音竹的手臂虽然已经碎了，可是他却依旧无法从他身上挣脱。 在那巨大的冲力下，只能和他一起飞出。淡淡的绿光缠绕在两人身体之间，那是一根长度在三丈左右的碧绿丝线。它在叶音竹手腕上已经缠绕了很久，没有出现。但是叶音竹却从没有一刻忘记过它，就像他也没忘记过紫竹神针一样。 夜音竹没有错误地判断对手的实力，所以他并没有指望仅靠自己一条左臂就能够将对方困在自己身前。所以，在他左臂抬起的同时，碧丝就已经在原力的催动下飘然而出，将他的身体和这神秘中年人的身体紧紧地捆在一起。 身体在空中，叶音竹一口鲜血喷红了中年人的面庞。可这一次，中年人却在一片血红色之中，真正看到了叶音竹的笑容。尽管现在的他绝对说不上英俊，尤其是那一口破碎的牙齿，可是这个笑容却令神秘中年人心中的恐惧骤然加深。如果你死了，我还没死，那么这场考验是否也就结束了呢？ 这是叶音竹对中年人说的最后一句话。紧接着，冰凉的感觉瞬间从背后传来，中年人的瞳孔骤然收缩。他抵住叶音竹胸口的双掌，金光嘎然而止。那瞬间出现的冰冷，已经令他们彼此的身体结合得更加紧密。只是叶音竹依旧在笑，可这神秘的中年人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叶音竹之前抱住他的时候，用的是左臂。 而不是双臂，为什么？因为他还要留着自己的右臂做最后一件事。神圣巨龙诺克西留给了夜音竹不少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超神器枯木龙吟琴。但是除了这件超神器之外，还有一样东西，那是一柄剑，一柄化身为戒指，始终停留在夜音竹右手中指上的剑——诺克西之剑。 神器的锋锐，在夜音竹经过九针击神大法凝聚的最后能量作用下所产生出的穿透性，中年人在惊慌之中，身体背面防御的薄弱，令这柄以神圣巨龙独角雕刻而成的长剑刺穿了他的身体。当然，没有这没有保留，凝聚了夜音竹全部力量的一剑，也刺穿了夜音竹自己的身体，把他们的身体牢牢地连接在一起。 剑是从中年人左侧肩部下方刺入的，尽管身体已经受到了重创，但这一剑叶音竹把握的位置却没有丝毫偏差，那正是心脏所在的位置。而对穿过来，长剑刺入叶音竹的却是右胸，失去了骨骼的右胸，而不是心脏，所以这一剑对叶音竹来说是并不致命的。 中年人的瞳孔骤然收缩，整个人的身体也从原本的僵硬开始变得柔软起来。这所有一切的过程都是在半空中发生的。砰！两人的身体重重的摔落在地面上，但却并没有向远方滑动。诺克西之剑实在太锋利了，他将两人的身体直接钉在了冰面上。 生命的气息正快速地从身上的中年人流逝着，夜鹰竹脸上也依旧保持着笑容。尽管他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有力量站起来，但是他依旧在笑。神龙王，知道吗？我通过了你这小小的考验，我击败了这个家伙。可惜，我已经没有力气再爬到生命水泉了。这好不好笑？ 明知道生命水泉可以挽救我的生命，甚至能够挽救我身上这个家伙的生命，可我们现在却都无法离开这里。叶英竹心中没有憎恨，尽管他不知道神龙王布置的这个考验是从何而来，但他可以肯定的是，神龙王绝不会希望自己死亡。或许正是因为自己身上这个家伙的原因，才让这小小的考验变了质吧。 缓缓闭上双眼，夜音竹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周围的一切已经开始变得虚无了，没有寒冷，也没有其他的一切。他可以肯定，自己或许会死，但魂珠却会留下来。他只是希望有一天，苏拉和海洋能够找到自己的魂珠，唤醒自己的灵魂，让自己亲眼看看自己的孩子，那样他就真的满足了。 尽管今年的他只有二十几岁，但叶英竹最近这几年却过得如此精彩。他没有恨身上这个人，将军难免阵上亡，自己杀过那么多人，他们死的时候不也是同样的感觉吗？不论杀这些人是对是错，自己也终究剥夺过那么多生命。死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他只是感到遗憾，遗憾没能看到自己的孩子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啊！一声惊呼令平静的暗塔多了几分生机。苏拉，你怎么了？海洋紧张的来到苏拉身边，只见苏拉抓住自己的右手，脸上流露出痛苦之色。尽管距离孩子出世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但苏拉已经开始给自己未来的孩子准备小衣服了。但此时针却刺破了他的手指，所谓十指连心，他又怎么能不疼呢？ 海洋有些惊讶地看着苏拉，以苏拉的实力，这一根普通的针怎么可能轻易地刺到他？苏拉，你怎么了？苏拉摇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可就在刚才那一瞬间，我却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怎么会这样？难道……难道是阴竹？”他海洋将有些慌乱中的苏拉搂入自己怀中：“傻丫头，不要乱想了。阴竹现在是什么实力？”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伤害到他的人屈指可数。何况他还可以召唤子到身边，他们两个加起来，就算是奥布莱恩大师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吧？何况这个世界最强大的一些人不都在这里吗？你呀，这是关心则乱。他才没走多久，你就这么想了吗？ 苏拉并没有因为海洋的劝慰为宽心，眉宇间依旧流露着浓浓的担忧。所谓血脉相连，我体内有他的骨血，或许，或许他真的出了事。海洋姐，我如果说海洋不慌乱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有苏拉这个孕妇在，她不能表现出来，那样只会让苏拉更加慌张。别多想了，没事的，没事的。碰。 水杯掉落在地上，瞬间破碎，清澈的高山雪水流了一地。那原先掌握着这只水杯的大手凝固在半空之中，还保持着先前的姿势。他整个人似乎都已经变得僵硬了。子，你怎么了？安琪吓了一跳，看着眼前的丈夫，赶忙上前拉住他的手。她吃惊的看到自己这一向沉稳如刚的丈夫，神色间竟然流露着惊慌的神色。 音竹出事了，就在先前那一瞬间，子清晰的感觉到自己和叶音竹之间的灵魂联系完全断绝。那并不是叶音竹单方面的断绝，而是真正的断绝。他再也感觉不到叶音竹气息的存在，只有淡淡的死寂。契约带来了强烈的不舒服，令子的心瞬间揪紧。走去法兰，一把拉住安琪，子像是疯了一般向外冲去。法兰。 光明塔，正在修炼中的奥布莱恩突然睁开了双眼，眼中尽是一片骇然之色。暗塔暗淡，怎么会这样？究竟发生了什么？奥布莱恩惊慌了，前所未有的慌张令他立刻离开了自己的观星台。夜音竹真的已经死了吗？至少他在意识消失前，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他的最后一个感觉是胸口上压着自己的东西有些软软的，还是很有弹性的那种。但是当他真正昏死过去之后，伏在他身上，那心脏应该被刺穿，死的不能再死的中年人却缓缓爬了起来。噗！中年人手臂反转，由违背人体规律的角度握住了诺克西之剑，硬生生的将它拔了出来，脱离了自己和夜音竹的身体。 鲜血同时从他和叶音竹身上飙射而出，抬起头，中年人并没有处理自己的伤口，目光遥望南方，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你是对的，他果然有继承的权利。是的，他通过了考验。说完这句话，中年人一把抓住叶音竹那已经破败不堪的身体，腾空而起，几乎只是一个闪烁，就已经横跨了千米距离。 下一刻，两具身体已经投入到那座泉眼之中，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泉眼。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可在这极北之地的冰森却已经彻底消失，或许需要成千上万年才有恢复的可能。可这极北苦寒之地却并没有因为冰森消失而变得温暖，相反，失去了众多冰森、冰塔、冰柱的阻挡，寒风变得更加凛冽。 只有那最北端的地方，有一处始终升腾着淡淡雾气的地方。细小的冰粒在水蒸气升入空中二十米后会出现。幸运的话，它们会被风卷走，成为冰雪世界中的一份子。如果还是重新跌回原本的地方，那么它们就只能重新化为水，再重复由水到蒸汽的过程。如果真的有人来到这里，那么他能够看到这样一幕奇异的景象：一口泉水。 水中端坐二人，那泉水仿佛在沸腾着，水蒸气正是从此而来。而那两个人却很静，静静地坐在这里。冰雪温泉，何等美妙！可他们真的是在享受吗？第二百八十五章：生命水泉和最后一条神龙。 淡淡的白气从口鼻之中喷吐而出，轻轻地动了一下身体，夜音竹的意识缓缓回归大脑，精神渐渐清醒过来。这就是灵魂沉睡的感觉吗？似乎还挺舒服的。这是夜音竹第一个反应。周围的一切都是暖融融的，仿佛将自己包裹在一个温度适宜的熔炉之中。除了舒泰以外，他找不到其他感觉。 嘴里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带着清香，甚至十分润滑。那种从头到脚的舒适感令人迷醉，尤其是当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清晰时，就更加令人流连忘返了。这真的是灵魂的世界吗？叶音竹缓缓睁开了双眼，灵魂的世界怎么会有温暖的感觉？他已经意识到有些不对了，下意识地睁开了双眼。 他惊讶的发现自己竟然看见了，尽管眼前是白蒙蒙的一片，但他真的看见了。我还感到了甜，可是我的味觉不是早就失去了？这白蒙蒙的是什么？是我的眼睛有问题吗？不，不对，这似乎是水雾，蒸汽形成的水雾。这是哪里？我在什么地方？几乎是第一时间，叶音竹下意识的发出了疑问。当然。 对他来说，这本应该是一句自问自答的话，可是却有人回答了他这个问题。原来你在哪里，现在就还在哪里。清冷的声音，圆润悦耳，但也充满了巨人与千里之外的感觉。面前的蒸汽突然散了，夜音竹看到了令他无比震惊的一幕：就在他面前三米外坐着一个人，而他的身体就处于水中。 水是淡红色的，但却极为通透。那淡淡的清香，似乎正是由水而来。自己口中那甜丝丝的味道，就是呼吸到体内的水蒸气。而就在这淡红色的水中，对面三米之外，那个人正静静地看着自己，冰冷而平静，没有一丝情绪波动。这种感觉很熟悉。面前这个人有一头黑色长发，静静地披散在水中。 白嫩细致的肌肤上，水蒸气形成的水珠正一点点滚落。黑色的眼眸虽然有着冰冷的眼神，但其中的灵秀却丝毫不能被抹杀。高挺的鼻梁，柔和的面庞曲线，厚薄适中而又嫣红的唇，这是一个美女。她的冷冽并不像黎莎那样，因为她身上的冷意是那种对任何事都不在乎的冷，是一种漠然的冷。 她那精致的容颜，在叶音竹的脑海中，至少是和苏拉、香鸾一个级别的，比海洋还要略胜半分。可就是因为她那淡漠的冷，却令她有一种和叶音竹认识的女孩子们截然不同的特殊气质。她很美，但叶音竹却可以肯定，自己绝不认识这样一个女孩子。 这看上去年纪只有二十岁左右的女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面前？而她那特殊的气质，怎么会让自己有种极为熟悉但又有些慌乱的感觉？最为重要的是，面前这个黑发黑眸的女孩子身无寸缕。尽管两人浸泡的水是淡红色的，但那可是通透的淡红色，根本无法掩盖她胸前那两个翘挺丰满的半圆。 她那傲人的身材，火爆程度甚至要比银龙公主黎莎还胜上几分。胸前巨大的丰盈与纤细的腰肢几乎是不成比例的，可出现在她身上，却绝不会给人不和谐的感觉。甚至可以隐约看到水下那双修长的腿。叶音竹可以肯定，这个女孩子的身高绝不会比自己矮。看够了吗？ 黑发女子并没有掩饰自己的傲人的身材，双手只是静静的放在身旁，将自己的身体完全展现在面前的男人眼中。还没，叶音竹几乎是下意识的回答道：“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他已经失去视觉很长时间了，再次能够视物，首先又看到的是这样一具完美的身躯，那种感觉是难以形容的。如果非要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幸福吧，在这一点上，叶音竹和一个普通盲人复明时的感觉并没有什么不同。啊，不是，对不起。叶音竹在说出那两个字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礼，赶忙低下头。不过，这也让他看到了自己。他发现自己和对方的黑发女子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自己身上也没有任何衣服存在。 几乎是下意识的，叶音竹赶忙用双手护住自己最关键的部位。此时他已经忘了疑惑，脸上尽是羞窘之色。不用掩盖了，你身上每一处我都已经看过了，你也看了我的，我们扯平了。黑发少女的声音依旧很淡定，冰冷的没有一丝情绪。 叶音竹从清醒过来到眼前的羞窘，并没有过去太长时间。叶音竹突然醒悟过来，因为他认出了那种感觉，在没有用眼睛去看对方的情况下，天人合一告诉了他那股熟悉的感觉是从何而来。你，你是那个中年人？叶音竹猛地抬起头，两道金光骤然从眼中电射而出，灼灼地盯视着面前的少女。没错，那种淡定。 冰冷、毫无情绪波动的感觉，正是那个将自己击杀的中年人所拥有的。黑发少女并没有回答，但她的眼神已经告诉叶音竹，她猜对了。在短暂的敌意流露之后，叶音竹渐渐平静下来，有些嘲讽的道：“那这么说，我们是在地狱了？这里是地狱血池吗？没想到待遇居然不错。谁告诉你这里是地狱？” 黑发少女眼中闪过一丝好笑，但也只是一瞬间就消失了。叶音竹并没有发现。叶音竹愣了一下，不是地狱，那水怎么会是红的？黑发少女淡然道：“应该有人告诉过你，有一种泉水，它是血液。” 强烈的震撼出现在叶音竹的大脑之中。他本身就是聪明人，只不过刚清醒时还有些失神。听到黑发少女的提醒他，他顿时想起了神龙王对他说过的话。难道，难道这就是生命之泉吗？在刚见到生命水泉的时候，因为水泉上方氤氲的蒸汽和眼睛无法视物，他自然不知道生命泉水是什么样的。可此时此刻，真正看到。 他立刻就想起神龙王对他说过，这生命之水其实就是当初死去神龙的血液。崇敬的感觉浮现于心中，刚才因为看到对面女子的裸体而产生的生理反应渐渐消失了，他整个人也变得冷静下来。我们为什么都没有死？叶音竹问道。你很想死吗？黑发少女反问道。你就是我的考验，你是谁？ 为什么你会在生命水泉旁边？你又怎么知道神龙王的存在？叶音竹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我就是你的考验。从这生命水泉存在的那一天，我就和他在一起。你可以说我是他的守护者。既然从他出现的那一天我就和他在一起，你还需要奇怪为什么我知道神龙王吗？黑发少女这次回答了叶音竹的问题。叶音竹恍然道：“那这么说。” 你就是生命水泉的守护者了，黑发少女淡淡的道。你可以这么理解。叶音竹嘴角处流露出一丝苦笑。那么，我算是通过考验了吗？黑发少女道。如果你没有通过考验，你以为你会在这里吗？叶音竹怪异的道。可是我很奇怪，为什么你没有死，还能把我带到生命泉水之中？尽管那时候我的身体已经濒临崩溃。 可是，我清晰的记得，我用诺克西之剑插入的位置绝不会错，肯定刺穿了你的心脏。就算再强的人，心脏被刺穿也一定会死吧？黑发少女歪了歪头，看着叶音竹，眼中流露出几分怪异。你想知道吗？叶音竹认真的点了点头。那好，把你的手给我一只。黑发少女道。叶音竹如言抬起了一只手。 黑发少女悄然前倾，生命泉水并不能减慢她的速度。她的左手稳稳地抓住了叶音竹伸出的右手，然后叶音竹的瞳孔骤然放大，刚刚平静不久的生理反应再次出现，因为她伸出的右手已经按在了黑发少女那丰盈无比、绝对一手无法掌握的右胸之上。怎么样？黑发少女淡淡的问。 下意识地抓了抓，叶音竹呆呆地回答道：“很大，很软，也很有弹性。”这一刻，叶音竹似乎看到黑发少女额头上多了几道黑线，她的声音中也明显多了几分情绪，那似乎是愤怒，还有几分羞涩的情绪。我是问你，你找到答案了吗？啊？ 叶音竹这才反应过来，他清晰地发现，轻微的震动通过那弹性十足的胸肌传入手中，不禁失声道：“你的心脏在右边。”黑发少女一把甩开了叶音竹的手，又回到了自己先前的位置。所以我没死，你也通过了本不应通过的考验。”黑发少女冷然道：“这么说，你本来就没打算让我通过考验了？”叶音竹微怒道。 在他与这黑发少女交手的最后时刻，他就猜到有些地方出了问题。小小的考验却变成了死亡危机，看来这问题就是出现在眼前这位黑发少女身上。你错了，不想让你通过考验的是让你来这里的那个家伙。”黑发少女冷淡的道，“让我来这里的家伙，他说的是神龙王。” 叶音竹心中顿时怒气更盛，不许你侮辱我的祖先！黑发少女依旧平静。如果她是你的祖先，那么我也是。你说什么？黑发少女的话再次令叶音竹震惊了。难道？难道你？ 抬起手，淡淡的金光浮现在黑发少女的手臂上，紧接着，那金光逐渐凝聚成形，一片片菱形鳞片浮现而出。这金色的鳞片在叶音竹脑海中有着深刻的印象，尽管那时候他是通过天人合一看到的，但他却清晰的记得，没错，这就是属于神龙的鳞片，东龙祖先神龙的鳞片。你是神龙？ 这四个字从夜音主口中吐出，有些艰难。黑发少女的回答很简单：“还活着的最后一条。”所以，如果他是你的祖先，那么我也是。”夜音主苦笑道：“看来我输的并不冤枉，毕竟考验我的人是我的祖先，是神龙。”黑发少女摇了摇头道：“不，你没有输，你赢了。” 如果我的心脏和普通神龙一样生长在左侧，我已经死了。战场上的情绪波动和大意使我输了。你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通过了考验，这并不是那个家伙给你的考验，而是我给你的。你给我的考验，为什么？而且，就算你也是神龙，也不能不尊敬神龙王。可以让你知道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至于尊不尊敬那个家伙。 你没有质疑我的权利。夜音竹猛地从泉水中站了起来。我知道实力不如你，但是就算你是神龙，也不可以侮辱他。你凭什么质疑我？黑发少女依旧坐在哪里。夜音竹傲然道：“就凭我是龙的传人，就凭我是神龙王的后代。” 黑发少女笑了，仿佛是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一般。这是叶音竹见到他以后，他第一次露出笑容。不可否认的，他的笑容真的很美，美得令人窒息。可惜的是，他的笑容中却充满了不屑，还有悲凉。你是神龙王的后代，那我又是什么？ 我问你，如果一个女孩在她还没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就已经决定让她孤独万年，守护着那本不应该是她责任的东西，把孤独当成了对她的照顾，你认为这个女孩应该尊重这样的父亲吗？黑发少女的情绪明显变得激动起来，她虽然没有站起身，但上半身却已经完全露出了水面。夜音主懵了，呆呆地看着黑发少女。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激动只持续了片刻，冷静很快又重新恢复在黑发少女面庞上。坐下，叶音竹像是听从命令一般，坐回了生命泉水之中，有些艰涩的道：“你是神龙王的女儿。”黑发少女冷冷的道：“我从来没有承认过，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现在你听我说。” 他让你来这里，本就没打算让你通过我的考验，这也根本就不是一个考验。你懂什么叫破而后立吗？想成为神龙真正的传承者，首先你必须要拥有神龙的血脉，而这生命水泉就是为你重塑身体、重塑血脉的地方。所以，我会攻击你。 将你原本的身体彻底破坏，才能让生命水泉在修补你的过程中完全融入你的血脉之中。一万年了，他挑选了你，原来这才是神龙王的苦心。叶音竹心中原本的一丝不满静静的消失了，黑发少女眼中似乎多了些什么。或许他这个决定是这万年以来最为正确的，因为我通过了你的考验吗？叶音竹忍不住说道。 黑发少女淡然道：“因为你有着神龙应有的傲骨，有着不屈的脊梁和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决心。原本我从未对他的计划抱有希望，这片大陆早已经不属于我们东龙了。但从你身上，我却看到了当初东龙战士的本质，或者说是神龙的本质。尽管你还不够强大。”夜音竹愣了一下，这种赞赏的话从面前这神龙王女儿的嘴中冰冷地说出。 很难带给他荣耀感，他就像说着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吗？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应该已经完全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还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做。事情的真相已经了解了，自己究竟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连夜音竹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想赶快回去，回到秦城，回到法兰。还不行，没有我的允许。 你就不能离开这里？黑发少女冷冷地看着夜音竹，一股凌厉的气息骤然而出，水波不动，但那强横的压力却令夜音竹全身骤然一僵。而也就在这一刻，一股无比澎湃的元力从他体内奔涌而出，庞大的能量瞬间围绕着夜音竹的身体剧烈地旋转起来，周围的水波自行汇聚成一个漩涡般挡在他面前。元力，那是元力。 只是现在的元力，连叶音竹自己都有些不认识了，因为这强大的元力比以前增加了不知道几倍。天人合一的境界瞬间与元力化为一体，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通透起来。先感受你自己的变化吧，要是连自己的情况都不清楚，你还想离开这里吗？黑发少女的压力骤然消失，契机牵引之下，叶音竹面前的水幕也悄然收敛了。 叶音竹知道自己确实太急了一些，如岩盘溪在水泉中坐好，静静地聆听着自己的心跳声，心神回收，进入自己体内的世界，一切似乎都变得不一样了。破碎的骨骼已经长好，内脏器官都完好的待在他们应该在的地方。当初突破魔五级必次神级的时候，叶音竹曾经看到自己体内的一切都变得通透起来，所有的器官。 骨骼、经脉似乎都变得透明了，而现在，当初的透明却消失了。骨骼依旧是白色，经脉中流淌着的血液是那么的鲜红，所有的一切都像是普通人一样。可是，真的一样吗？不，当夜音竹的精神力进入自己体内世界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一切都已经变得不同了。 体内的一切充满了生命力，那庞大的生命力竟然拥有着爆炸性的感觉，其充盈程度比原力更加恐怖。生命的气息，令人惊叹的生命气息，哪怕是在巨龙身上，他也没见过如此庞大恢宏的生命力。 以生命水泉为血液，这就是生命之水带给自己的。原力在血液中流淌，在那庞大的生命力滋润下，这种最本源的能量几乎每一刻都在悄然增长，不需要刻意去修炼，它的增长速度也是以前的数倍，比在法兰修炼的效果还要好得太多太多。此时的原力已经不是当初的原力。 在来到这里和黑发少女交手的时候，夜音竹的元力是次神级二阶的水准，但现在的他元力却已经恐怖的提升了两阶，达到了次神级四阶的水平。要知道，进入次神级境界之后，哪怕夜音竹是通过魔五级币达到的次神级，但想要提升一阶，也需要长时间的修炼。 可就是在这生命泉水中睡了一觉，自己的实力却提升了两阶，这种惊喜是难以言喻的。惊喜还不止这些，提升的不只是元力，同时还有他的精神力。在精神之海中心，两颗魂珠静静地躺在那里，那颗属于夜音竹的魂珠，体积扩大了至少两倍，已经接近了菲尔杰克逊魂珠一半的大小。 自身实力的提升是生命水泉赋予你的，生命力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它的滋润可以让你变得更加强大。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人类，因为在你身体里面流淌的是生命之水，也是神龙的血液。精神力的进步却不是神龙血脉赋予你的，那是你自己的进步，在战斗中的突破，执着的信念。 令你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另一个层面，更高于你的肉体。黑发少女的声音在夜音竹精神世界中响起，尽管还是那么冰冷，但现在的夜音竹心中却只有欣慰和惊喜。那一战，在黑发少女的提醒下，在夜音竹的脑海中不断回荡。天人合一的境界，完美的太玄琴心，尽管最后自己还是输了。 可是那一刻却无疑达到了自己这一生的巅峰，连夜音竹自己都无法肯定，如果重来一回，是否还能达到那样的程度？缓缓睁开双眼，这一次夜音竹的目光中已经不再有金光射出，光滑内敛、莹润而清澈的目光将一切都深深的隐藏。我该如何称呼你？夜音竹看着黑发少女道。 黑发少女呆了一下。夜音竹虽然并不是她接触的第一个生物，但却是唯一一个和她接触过还活着的生物。以往，凡是遇到生命水泉的人都已经死了。她不会允许任何人亵渎神龙的血液。除了眼前这个男人以外，她也从未与其他生物交流过，哪怕是自己的父亲神龙王，也只是通过灵魂之间的那一丝牵引联系着。我没有名字。 黑发少女的神色变得有些暗淡。夜音主此时的天人合一境界已经不次于他，自然能够感受到他心情中那细小的变化。你是神龙王的女儿，我叫你小龙女好不好？小龙女。黑发少女站起身，低头看向自己胸前的丰盈，我哪里比你小？啊，这个难道要叫你大龙女？ 夜音竹悄悄的吞咽了一口唾液，强忍着不让自己的目光朝她那火爆而完美的身材看去，好像还是小龙女好听一点。随便你吧，跟我出来。一边说着，小龙女飘身而起，窜出了生命水泉。夜音竹也赶忙站起身，跟着她来到了外面。 寒冷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当夜英竹跟在小龙女背后来到水泉之外时，还是不禁颤抖了一下。小龙女在她前面，从她所在的位置，正好可以清楚地看到小龙女那丰盈翘挺的臀和修长圆润的大腿。 正如之前夜音竹判断的那样，小龙女的身高几乎是与她齐平的，但这样修长的身材却没有丝毫不协调的感觉，完美的黄金分割比例，雪白的肌肤，即使在这冰天雪地之中也毫不逊色。这个小龙女，你能不能穿上点衣服？夜音竹看到水井旁躺在地上的神元魔法袍，赶忙捡起来套在自己身上。人类都是这么虚伪吗？ 小龙女转过身，面对夜音竹，身体的妙处完全呈现在她面前。我明明感到你很想看我的身体，还为什么让我穿衣服？夜音竹大窘。是啊，以小龙女的天人合一境界，感受自己的情绪变化再容易不过。她从未离开过生命水泉，世俗间的道理确实和她讲不通。我只是觉得，如果你穿上衣服，会更加漂亮吧。 美好的事物遮掩着一点，或许更有神秘感。连夜音竹自己都觉得自己这解释很烂，但他此时根本想不出更好的说法。毕竟小龙女的身体所产生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小龙女淡然一笑：“难道你认为随便是谁都能看到我的身体吗？”夜音竹愣了一下，不过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小龙女的手就已经抬起。 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夜音竹的身体立刻向后倒去，一道金光也就在这时从他胸腹上方掠过。又来！不敢怠慢，夜音竹立刻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漂浮而起，光芒闪烁，超神器枯木龙吟琴已经出现在他掌握之中。 尽管他的实力已经提升了两阶，但他却知道，当初在自己最巅峰状态下依旧击败自己的小龙女，在当时和自己的差距绝不只是两阶那么简单。想象中的攻击没有再来，小龙女依旧站在那里，抬起的手也已经放下了，而在她身上却出现了一套衣服。 与冰雪同色的长裙将她那完美而火爆的身材笼罩在内，尽管胸前依旧是呼之欲出，但和先前相比，显然是要好的太多了。黑发白衣，飘然若仙，再加上她那淡定的神色，给人的吸引力并没有因为身体隐藏而减弱。淡淡的金光逐渐变得浓郁起来，强烈的光芒在她身体上燃烧着。看清楚了，用你的心来感受。 一边说着，小龙女双臂伸展开来，娇躯在这冰天雪地中飘然旋转一周，而她身体周围的金光也伴随着她的旋转而变得更加强烈，一个圆形的金色漩涡飘然出现在她头顶上方。没有攻击力，这是夜音竹第一个感觉。 紧接着是混沌，他感觉不到这金光中蕴含的能量有多么庞大，但在这一刻，他却似乎成为了连接天地的力量，仿佛天地间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一瞬间被他吸纳一空似的。无极，两个字清晰的从小龙女口中吐出。 郊区再转，金光的颜色骤然出现了变化，一半加深，一半变浅，同时盘旋凝聚成圆，就像两条鱼一般燃烧在一起，而彼此的眼睛却都是对方身体的一部分。原本的混沌变成了规律，就在这奇异的深浅能量之中，似乎包含了天地治理，包含了天地间的一切，无极生太极。 小龙女面对夜音竹，任由那太极图在自己头顶上方旋转。这一次，夜音竹清晰地感受着那太极图中所蕴含的庞大能量，正在以恐怖的速度增加着。它吸收的不再是任何一种元素，而是所有的天地之力。 此时，夜阴烛才完全明白，小龙女在第一次和自己交手的时候，始终都是手下留情的。如果在那时候她用出这样的手段，自己根本连抵挡的可能都没有。试问，人的力量再强，又怎么能和天地对抗呢？太极生两仪，双手抬起，那巨大的阴阳鱼骤然分散，浅与深两种金光同时出现在小龙女双掌之上。 叶音竹感觉到，这就是当初那令他欲仙欲死的正反两种能量。天地本无极，无极生太极，方变成了规律。太极生两仪，才有了阴阳。男人为阳，女人为阴。天地之间，所有的一切就包含在其中。什么光明与黑暗，水与火，土与风，无不包含在其中。你明白了吗？叶音竹摇摇头，又点点头。 我明白了，又不明白。一丝微笑出现在小龙女面庞上，很好。你需要的是时间。东龙武技，你已经不需要学习的太多，你需要掌握的就是这神龙本源之法，也是东龙最本源的东西。 朝着小龙女夜音竹缓缓鞠躬，她的神色已经变得一片肃然。尽管刚才的这个过程短暂而又简单，但小龙女却为他开启了另一扇大门，通往神界的大门。这才是东龙失传的真髓。小龙女坦然受了他这一礼，记住，我不是你的老师，现在不是，以后也不是。好，夜音竹答应一声，缓步走到小龙女身边。 小龙女道：“每个人修炼的方向都不同，不需要去刻意模仿和学习，开发自身的潜力，才能进入更高的层次。神龙的血脉会指引你前进，永远。”受教了，夜音竹深深的牢记小龙女的话。好了，能教给你的东西我已经都教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一边说着，小龙女转身朝着南边走去，连看都没看不远处的生命水泉一眼。她看似走得不快，但只是迈步之间，身体就已经在千米之外了。这种情况在叶音竹和她第一次交手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虽然叶音竹也能够进行类似于瞬间移动的转移位置，但她绝对做不到像小龙女那样从容。 而且，它的瞬间移动一般只能在三百米以内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而小龙女随便跨步就能越过千米距离，这是极其明显的差距。等一下，夜音竹赶忙加快速度，几个闪烁追了上去。她的元力进化到了次神级四阶，速度也比以前提升了不止一倍，全力以赴才勉强跟上小龙女的脚步。你要去哪里？就这么走了。 那生命水泉怎么办？叶音竹吃惊的问道。小龙女瞥了她一眼，自然是去你要去的地方。至于生命水泉，在你清醒过来的那一刻，它就已经不存在了。难道你没发现，你清醒之后，生命水泉中已经没有了那庞大的生命气息吗？叶音竹愣了一下。 果然，现在回想起来，自己清醒之后，确实没有再从生命水泉中感受到那庞大的生命气息。再看看自己的身体，他顿时明白过来：生命水泉中神龙血液的力量都已经被我吸收了。刹那间，他仿佛感觉到自己肩头的压力变得更加重了。他的身上已经不只是神龙王赋予的使命，也带着神龙一族的仇恨。作者：唐家三少。 感谢。